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又嚟啦！每星期坚持做好要做嘅事，就系咁啦。OK， 每星期做好要做嘅事，就系咁。喂，等先啊！喂，睇下嗰啲先，呢度。OK， 咁啊，讲一讲呢个礼拜做啲咩单啦。今日10月1日，咁咧就我哋唔会休息嘅，继续搵钱。所以咧就讲一讲啦，呢个礼拜做啲咩单啦。咁我係 Henry 啊，有睇開我嘅直播都知我做緊啲咩，其實唔多解釋啦。咁啊，唔好再當我玩股票啦，我唔玩呢啲嘢嘅，唔會咁樣喂炒嚟炒去嘅股票，因為我玩圖啊，玩圖就唔應該玩咁多股票。呢個係我啊，呢個係我啊 ，OK， 我渣玩股票，我唔叻啊，我淨係叻玩某啲市場嘅啫。个图靓嗰啲市场我就 OK 嘅啦，咁啦吓，咁希望跟我去操练嘅朋友仔都系咁啦，大家就晚上好啦吓。咁如果啲朋友仔未入嚟咧，等我再呼叫佢入嚟。咁啊，系啦，畢竟有啲朋友咧好開心，一放假就去玩一下咁樣。好啊，好啊，長假期，長假期。就係咁。咁啊，而家開個圖嚟睇下先啦。呢個禮拜你又做啲咩單咧？你又睇咗啲咩呢個禮拜咁樣？我都係做呢樣嘢嘅啫，我都係做呢樣嘢嘅啫。咁啊，講一講啦，都係好令人失望嘅結果啦，都係啲人最憎睇嘅結果啦，就係我哋贏錢啦，就係我哋贏錢啦，贏錢就冇人中意睇，除非跟我玩嗰啲，除非跟我玩嗰啲啦，咁唔緊要嘅，總有一日你開始去玩咧，你開始去認真了解一下。喂，原來投資賺到錢咧，你就可以中意我噶啦。你唔中意我都唔緊要，我冇乜所謂。但係咧，希望你就喺你個圖表上就做好你應該做嘅事啦。咁呢個係我平時都講嘅嘢啦嚇。有啲朋友跟我玩就話哇好爽好勁咁樣，真係我聽到有少少面紅啊咁啊。大家就俾心機啦嚇，我都係想俾一個好爽嘅感覺大家啫。因為你識玩圖，你就好爽嘅。你唔識玩圖，個圖喺度，哎呀佢升啊，跌啊，啊點解啊咁樣點睇啊？點解黃金成日令人覺得咁難炒嘅咧？我都唔係好明啊。不如大家喺下邊講下點解以前覺得黃金咁難炒啊？好唔好啊？點解黃金咁難炒？啲人覺得點解圖咁難炒咧？其實大家是不是一路以來都是學壞手勢呢？大家可以如果玩得不好的時候認真想一想，你不用每次做，你不用張張單在那裡打的，你想一想，喂我自己真的做得不好，不如看看人家怎樣做，不如想一下人家的方法，不如想一下人家不是，不如想一下，喂 Henry 仔亂玩的都可以做到，亂按的，有些人說我亂按的嘛，有些人說我傻的嘛，咁睇下我系咪傻啦真？咁所以咧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究竟你觉得黄金咪以前觉得好难玩啊，冇可能啊？咁系因为佢难喺边个位咧？其实，咁我睇下大家有冇人会真系分享一下啦。咁冇我就睇下点同大家共同富裕啦。呢个都系我嘅一个啊人生目标啊。我希望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呢个市场上面有趣嘅位喺边度咧咁样。咁希望大家就加油啦！始终我哋
炒嘢咧，都系嗰句啦。我哋系玩个方向性嘅，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啊？唔明白就快啲，真系真系谂一谂。喂，咩叫做玩方向性啊？睇下我啲单，你咪明白咯。系，有啲朋友就话 Yuki 就话自己有时做多咗单就输，咁做多咗单可能系因为你啊觉得系咁样，或者系你系冇一啲观察力嘅嗰阵时，咁我哋就即系会乱咯，会好迷咯，个人好迷嘅时间就会有啲咩反应咧？例如系飙汗啦，个背脊凉咗啦。覺得周圍的空氣都開始凍啦，咁然後就開始唔知點啦。咁呢個係會嘅，我都好明白其實。咁啊，我哋嗱黃國王今日強少少啦，咁應該咁我哋其實已經做咗單噶啦，影張單已經完咗啦。可能唔知你自己點樣做啦。咁啊，係啦。其实好多人都系做多咗啦。咩叫做多咗呢？我平时讲嗰啲啦，谂多咗啦，想多了啊。你完全系想多了啊。大部分嘅人炒嘢，我觉得我观察到嘅，我一年1000几百个人去问我嘢，去上堂，我观察到嘅嘢就系好多人都系谂多咗咯。同时调翻转系唔识简化佢嗰个策略咯。这个是我观察到的一些问题。即是大家是不知道自己做什么，很多时候都是。即是这样是不好的。其实而且你的观察力呢，有时是真的你不要炒那么多东西，你试试专注一个市场。当你专注一个市场两个市场呢，你最没得快过你，喂什么都炒。哎，这个陶瓷感我又做一下，那个陶瓷感我又做一下。你見我玩嚟玩去都係點咧？嗰一二三四嘅市場就咁解啦。因為根本就唔需要玩咁多，而你玩咁多嘅時候，你都唔知喂嗰個市場嘅習慣係點啊？你冇時間去做咯，除非你全職啦，除非全職好似我咁樣咪一兩年嘅病埋嘅咁樣，咁你咪可能會知道某啲市場你玩嗰個習性咯，但係我哋就唔會好有 feel 咯，因為你乜都睇，喂得閒又睇下呢樣，係得閒又睇下嗰樣。其實我真係覺得三四個 market 冇所謂嘅，但有啲人就會睇，即係哇十幾廿個 market 啊，港股、美股、金匯，我全部都要玩得掂嘅咁樣，我冇。不見過一個係話會成長得快咯咁樣，因為你個個市場個個嘢你都要做到嘅時間咧，我覺得作為一個新手係好辛苦咯，係好辛苦嘅。係啊，咁有啲朋友就開頭賺少少，轉勢又輸止蝕，咁係咁，你真係要學下去揾位咯，你學下要睇下啲大位去做單咯，唔好再迷埋啲分鐘圖啦。有啲朋友真係喂。我講明我係唔玩分鐘圖，佢都覺得我係玩分鐘圖嘅，佢都覺得我係喂不斷咪個一分鐘圖咁樣喺度，哇誒、欸、喂上喎、啊，誒、欸、落喎、啊，而家我次落定上咧咁樣，哎呀而家上喎、啊、又落喎、啊、咁樣，話玩一分鐘圖真係我真係唔知講咩，我從來都冇玩過其實，因為我一早知已經唔係咁玩，同埋我識嘅人話都俾我聽。玩一分鐘圖而發達的人呢，是仲少過中六合彩的。即是因為你很難有一個觀察力，一分鐘五分那些，你明不明白？可能你不明白，我現在升你跌了，怎麼看啊大佬？這個是一兩個鐘頭發生的事，你可以predict到之後發生什麼事嗎？看不到的。所以你之前講過啦，我唔重複嗰啲咩分鐘圖啊、成啊，點解分鐘圖咁大問題啊？你睇翻我啲片啦，如果你有心去做到嘅時間，係啊，例如係呢條啦，好似係呢條啦，我的短炒正確態度，你睇下呢條咯。
即呢啲係我成日都聽到啲重複嘅問題，而我知道大家就有啲咩問題嘅。咁我唔希望你係咁啦，真係。仲有下一個朋友仔就係話，呢啲成日當雙頂，跟住又輸咗咁樣，係啊，呢個唔係頂咯，明顯。我睇啊，我睇係睇呢度咯，佢已經係穿鬼咗咯，其實。即係 whatever 啦，總之我睇係穿咗啦，我會去做好多個做探咯。你點睇都係穿咗咯，係嘛？咁你再其實真係冇我睇嘅空間又唔係真係太誇張啦。雙頂雙底呢啲咧，其實係有 theory 嘅。其實稍為去即係學過啲技術分析啊咁樣咧，或者我上堂都會講嘅呢啲。其實你要應該要知道雙底係點咯。系啦，双底系点啊？双顶啊，三底啊，留意啲乜嘢啊？咁样之后会点啊？咁样，即系可以留意咯。你唔一定话喂下下我要捉到嘅咁样。成日有啲人就觉得我自己要好灵活，成个忍者咁样喺度。喂，我识睇呢样嘢啊，咁样系咪咁啊？然后就觉得自己可以喺个图度弹嚟弹去咁样，就觉得自己喂假突破都俾你避埋咁样，错晒咯！呢啲心态错晒咯。呢啲咪就係冇你冇學過任何人哋嘅方法，而你自己亂咁撞係唔會明嘅。但事實呢啲就係會令你做錯咯。成日覺得可能有啲咩方法可以令你喂閃啊避啊，完全自己去 get 到啊，哇咁樣係啊，不如試下揀寫自己策略出嚟，寫出嚟，然後再試下去簡化咯。即係呢個係真嘅。今日個 range 咪就係咁咯。我相信有玩過嘅人。今日有玩過的人，你都看到個金個圖大概是點啦，係嘛？即係呢兩個位啊，大概係係啊。如果有，打個有字俾喺下邊俾我睇啊。呢個一小時圖現貨金，黃金係攞嚟炒嘅可以，因為黃金個 market 大。琴日。大反彈追沽還翻曬一星期利潤，咁誇張，咁啊，咁可能呢位師兄個倉位有少少激烈喎，有少少激烈喎，你個倉位應該比較狂野喎，嗰下應該好大反應喎，你嗰個心情應該，你個背脊應該好涼喎嗰下。咁唔好啦，盡量倉位好緊要啊，真係就係咁啦，即係十月班都唔係得翻好多位嘅啫，隨便同大家講一講。係啦，睇下啦 ，YouTube 好多片嘅，其實百度幾條啊，你自己睇下咯。以前點樣做啊？呢啲係我 Facebook 啲直播嚟嘅，我 backup 翻上嚟啫。你中意睇下啦，你要見翻我同一個框架嘅諗圖，即係係啦。亂玩咗三年都 OK， 都做到。咁呢个礼拜点样做呢？咁样或者一间你啲朋友话我而家间睇咩啊成啊咁样，我就冇问题。我哋就睇一睇啦。呢个系黄金嘅图啊，现货金一小时。咁你如果去玩嘅时间呢？去玩嘅時間，首先啦、啊，黃金啊、crypto 啊，你全部玩，你都係玩大位嘅啫。我嗰日咪講呢個係 buy 松咯，我已經出咗個 post 啦。如果人有心睇下咧，入翻睇下我之前啲片咧，睇翻上一條片咧，你都知 BTC 你唔會去沽啦，同埋你都知啲位係喂大概行咩方向啦，你咪知道有冇路點你咯，係啦。我哋喺呢度講啊，其實而家呢個位置啊，40,000同38,000都係一個 buy 松嚟嘅。自己諗下啦，其實呢啲唔多講啦，嚇、啊，呢啲唔多講啊，明嘅就明啦嚇，中意睇我嘅都會繼續睇，因為我諗全香港冇乜邊個係咁樣做嘅，其實而家不斷做到。咁啊，全透明覆盤啊，而家開始。咁講一講我哋今日嘅
嘅睇法啦。嗱，今日睇法完咗啦，唔需要讲啦，已经。我中意讲晒所有嘢嘅，所有。OK， 9月27号，大家唔好再讲呢个钟培生先生啊，呢啲富人啊，我又唔敢得罪佢啊，我呢啲咁穷嘅小子就唔系得罪啲富人啦，系咪先？好劲噶嘛佢，冇啊，但冇讲冇，我都系诶炒下嘢搵下钱嘅啫，系啊，真系就星期一啦，9月27号啦。9月27号就是我哋嘅中午时间啦，咁我就话去做一个沽货啊，咁下边有写咗我嘅一啲行情啦，咁样睇下我点样星期一乱玩就做到啲咁啊啲位啦，希望就帮到大家啦。大家下边有啲朋友喺度问下问题咁样。都好嘅，咁啊问下问题冇所谓嘅，直播就系咁噶啦。所以大家我明白香港人系好含蓄啊，好内敛啊，好唔识讲啊，有时真系呢啲系我以前读书观察到嘅分别。香港人好内敛咧，唔敢去表达自己啊，或者做一啲人哋唔敢做嘅，好想 fit in 啊，好想同我哋差唔多，而多数嗰啲嘢都系冇嘅嘢。即系咯，例如投资有风险噶嘛，睇下我哋点样保护风险咯。投资有风险噶，绝对，但系我哋点样保护风险咧？咁而家就用啲例子讲一讲啦。但系啲 mindset， 我觉得嘢就吓、要明白咩都有风险嘅。最大风险就系你冲入去乜都唔知道，唔知嘅学好多方式学习嘅呢个年代。星期一嚟一个1764，姑姑去先，不如系啦、啊、今日咧，哇！今日系懒惰，冇做呢、這个 mark 呢个数字啊。咁啊，一阵先慢慢 mark 啦。1764去沽货，咁我哋个时间咧，咁首先就系1:00啦，1:00咁喺边度咧？你望到下面图表有个时间嘅，图表个时间喺画面下方，呢个系亚洲时间，你可以喺度转翻嘅，转翻 Hong Kong 就得噶啦。咁然后你会见到呢个下面有个时间啦，画面嘅下方咁样。呢度就中午呢一支细细嘅洋烛，咁呢一支烛就系即系。在这个位置这一点啦，那时候我就讲啦，喂，美好的星期一啊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不是上班，因为我们可以炒东西啦，市场又再次开启这个给我们禁制的机会啦。上星期黄金啊震荡偏弱，所见即所得。上个礼拜系20至24号震荡偏弱，系啦，睇完周线大十字星带呢个长上影线啦，咁啊未见底啦，咁日线啊小阳烛啦，星期一咁样睇，星期一系睇弱啲嘅，咁星期一嗰阵时咧，其实佢176X 咗啦，1759咗啦啲位置咁啊，早盘就嘣咗上去啦。咁上星期五我哋就反弹沽货啦，咁啊两张单去沽货都赚钱嘅，即系我哋要睇个方向性系完全正確嘅。其实留意一下，其实我睇个方向咧系啦，乱睇都 OK 嘅，有时因为唔系好难嘅黄金啫。咁你可以留意一下我点样去思考啦。今日啊，一开始啊已经上行啦呢度，见到啊？有啲人一定话喂冲落去喂 buy 啊升啊系咪？唔系咯，其实咁所以咧，其实我哋有时真系唔系睇上一两支嘢咁样，咁然后睇咩咧？咁啊睇下我系日线啊，然后睇下啲高低位喺边度啦咁样。咁形态上咧，一小时图系双底啊，留意翻前顶啦，咁啊1760至61啦咁样，系啦，咁。就6061啦，唔系呢个位啦，即系6061嗱喺度附近，60同61附近。OK，
同埋1764啦，即系前顶啦，其实咪上星期嗰啲位置，上星期嗰啲位置其实咁啊啫嘛，咪即系而家啲位置，大佬。咁而家你追唔追揸，你咪自己谂一谂咯，系咪好好嘅揸位咯？而家排名就唔系啦。或者之后上咗去，哎，你又觉得诶，点解呢度我唔揸咧？咩根本呢个位置就唔应该揸上去，即使上咗去咁啊点啫？呢个位根本就好机会。就是这样，所以星期一就是看这个高位了。 OK， 这里这个位置呢，那是一个顶啦，然后就做好风险管理啦，合理仓位啦，这些不重复了，明的打一字啦，等你不要睡觉啦。有些人看直播看我睡觉啦，是睡着了那种，真的搞笑，没有 feel 啊，可能对炒的没有感觉。美联储鲍威尔咁啊，星期二夜晚咧，同耶伦会出席一个听证会，有讲话呢啲，我唔系好理嘅，其实，但我会望下啦。然后星期四就 GDP 啦，咁啊，星期五中国休市啦，咁样系大家唔好瞓觉啦，或者下边打我冇瞓咁啊，咁我就知道啦。你可以每半个钟打我冇瞓喺下边，咁我就知道你做紧咩啦，就系、是、咁。咁啊，提一提大家啦，今个星期五就冇呢、這个冇呢个非农数据呢、這个星期五，咁啊，其实系下个礼拜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实呢个礼拜五咧，咁啊，今日就冇呢样嘢，第一个礼拜咁样，系啦，等阵啊。咁如果有時咧係咁啱係一號二號啊嗰啲係第一個星期五咧，咁其實勞工部係趕唔切收資料啊，即係如果係一個月頭一號係星期五啊，二號星期五咧，咁其實如果佢哋啲相關部門咧係收唔切嗰啲資料咧，咁就會延遲到下一個日子去做呢個非農啦，咁樣。OK， 睇先啊，8月10日係啦，9月、10月 ，OK。重複一次啦，如果你是有看這個黃金呢， 你知道其實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五是有非農數據的嘛，不要說自己不知道，不行啊，那你就會留意的嘛，但是這個月沒有因為它一號啊，那變成他們即做不切資料啊，那就退一個星期咯，那就變成8號了，那就變成下星期了，8號做這個非農。所以呢平台啱先讲嗰啲平台嘅 offer 啲嘢啊，平台就会做一啲股收市价嘅活动，咁啊派下钱咁啦，派翻1-2千元嘅超市 coupon 啦，最实际啦，直接啦，系咪先？又好过斋派钱咁咩啦？咁啊送啲 coupon 俾你买下嘢食，咁啊非常之好啦，食下嘢啊，睇下直播啊，炒下图嗰啲就系 trader 生活。咁每个礼拜飞龙都有呢啲抽奖机会啦，呢啲就係平台客户，係啦，明德平台客户同埋我嘅群组入面嘅成员，咁就可以参加，即係话无论你係新频道啊，定係你係有啲专柜会员嘅群组都好啦，咁样都可以睇到。嗱，嗰陣时嘅图就係咁啦，呢、這个位置1759附近呢位，嗰陣时张图其实画咗同一个位嘅已经。咁变咗呢个呢已经係一个即係沽货嘅一个范围啦。咁其实咧，我哋嗰日咧第一张咧，我系保守咗嘅，我系等佢高啲啊嘛。你见到我话1760几去沽啊？呢度系啦，攞得太尽啦，太保守啦，咁啊，唔紧要嘅，方向都啱。咁方向啱嘅时间咧，咁我哋如果你自己有1160沽啦，即系你朝头早去有做啦，你10点、11点，你12点你自己有做过咧 ？OK，OK， 我觉得合理嘅都。或者你分住做冇所谓嘅，我觉得有时玩个方向啊、大位啊咁，你咪去做咯。冇咪算咯咁样。因为呢一棍其实都几得意嘅，都行得几快呢一下。咁啊，去到5点嗰阵时啦，4点、5点落咗嚟啦咁样。咁目前睇呢个位啊，阻力啊有效啦，去到5点0。咁呢张单我系冇做到啦，第一飞。咁然后咁攞嚟啦，咁佢就行咗一个类似咁嘅旗形嘅一个顶出嚟啦，其实。应该要看到的，或者是应该你会去 spot 到啦。如果你炒了一段时间嘢，
即係講緊係喂兩三個月，你有玩過下圖啊？你真係有了解一下陰陽燭圖係咩啊？係咪啲人喺度亂玩啊？成啊咁樣？如果唔係嘅，你應該要留意過呢啲嘢，你應該要學過呢啲嘢咯。咩奇形啊、成啊、突唔突破啊、串唔串呢啲，你應該要知噶。係啦，並唔係我擁你一下，你喐一下咁樣，唔係炒嘢咯。咁樣係跟單啫。咁你咪跟我單咯。我真係做到啊嘛。咁冇所謂嘅啊，唔好話我 sell 嘢，我冇乜所謂嘅。咁你睇到我點做，你想一齊玩嘅，你都學習我嘅方法去成功喺呢個市場。咁呢度就係一個選擇啦，就係咁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就睇到啲咁嘅嘢啦。然後都未，佢都未跌嘅，但係我哋就可以睇探咯。咁嗰陣時我係咁樣睇。咁嗰陣時咪出呢條線啦，所以就唔緊要，唔緊要。翻嚟。咁啊，头先出单嘅时候系一两点啦，嗰日爆唔落出嚟啦。咁啊就第一张我摆呢度沽嘅，实想高啲啦，咁啊飞再 fit 一少少俾我啦。咁自己就保守咗啦，唔紧要。但系个谂法系啱啊，即系六十六一系阻力，六啊四系阻力。咁睇下有冇啲朋友已经早做咗啊自己。咁有啊，恭喜你啦，都系嗰句。咁行情应该系探底或者震荡嘅。如果去到五点嘅时间，即系如果去五点呢一支足，佢一系探底。回反抽上嚟，一系佢就震荡嘅，即系佢唔会系喂嘣无啦杀上嚟嘅呢啲系超越我哋认知嘅。如果佢系咁样行，喂无啦嘣唔到上去千八嘅，喂关我鬼事咩？讲真，我想嘅咩？问题佢正常唔会咁行噶嘛？呢啲即系喺你个 expectation 出边嘅嘢咧，就唔使去谂太多啦。如果你平時諗嘅嘢差唔多咧，就 OK 嘅啦，唔需要話真係太深究。點解我嗰棍賺唔到啊？成啊，喂佢行得咁快，行三十蚊一分鐘，點解我賺唔到呢一棍啊？嘛，嗰啲唔係嗰啲錢唔係我哋賺嘅，嗰啲錢係啲賭徒賺嘅。我哋唔係賭徒啊嘛。然後點啊？落咗嚟，喂反彈嗰陣時咧，我就去呢度，我就話喂，一係高今日高估為主啊，今晚去到七點呢一支足喺度發下發下嗰陣時。我就話今日黃金留意兩個位啦，1760以下啦，同埋1742至1737。咁1742至1737其實都係最近我哋留意緊嘅位置嚟嘅，黃金嗰陣時其實咩位啊？咪前頂前底嗰啲咯，大佬就係咁啫嘛，唔好明啊呢啲，好正常嘅咋，真係你睇定係咁睇，你唔好理佢到唔到先啦，你睇定係咁睇噶啦。佢唔到唔關你事嘅，真係唔好成日太多呢啲心態啦。即係，喂佢唔到，哎呀，今次唔到，哎，點解唔到？我想估到底喎，咩？你下下賺到盡，你咪賺唔到咯。所以你平時諗嘅係啱咧，你執少少，執少少就係咁玩嘅啫，其實。然後啦，咁我哋操作上嘅高估到低位可以揸貨，快入快出，咁嘅意思。即係嗰晚啊，咁點解佢冇去到佢下一日都冇咁嘅機會啦？咁唔緊要啦。即係總之弱勢啊，主導市場弱勢主導市場嘅時間咧，咁我哋就做沽為主啦。咁然後就我1758附近去沽貨啦，咁樣即係呢度啊，衝上嚟沽貨啦。然後防守1765啦，咁佢一飛就飛咗上嚟啦，1765呢度防守呢個位置。總之都係做沽啦。咁嗰日咧，其實我嘅朋友仔咧，大家啲會員咧，佢又自己又喺度做沽啊，做沽其實我都冇乜所謂嘅。你個死線你知喺邊咪得咯，就係咁嘅啫嘛。其實防守1760幾咁樣，我係咁樣守嘅。嗱，你自己知你個死線喺邊咪知咯。喂，譬如你睇60咪60咯，你睇59咪59咯。咁我啊58附近沽嘅，咁咪爭幾仙係咪？呢啲位嘅一到咧，係咪車入去咯？即係嗰時日內嗰啲位係嗰啲位嘅。啲朋友问我点样睇直播，真系听唔明，搞错啊，搞错啊，有冇搞错？有冇搞错？点样睇直播？你跟紧我玩噶，唔得咁样真系，唔好啦，系啊，唔得真系。咁啊沽啦，沽完就落咗嚟啦。咁啊九点就上咗嚟啦。然后
呢個位置啦，呢個位置啊，其實嗰陣時九點幾啊，九點幾啊，呢個位置沽啊，係啦，咁呢個位置啦，沽貨，總之沽過嚟啦，沽過嚟啦，你唔會係睇好啦，我唔知你有冇嘈都好啦，有冇做都好啦，咁總之一定係睇淡，唔緊要，你真係喂又冇做，硬係真係正數先做嘅，唔緊要，成日都係正數先做嘅，我講咗好多次啦。喂，附近一兩蚊啊，幾毫子啊，差唔多你做得噶啦，唔好成日咁死板啊！真心，即係冇人會等個樓價喂700萬齊頭我先入噶，705萬俾人舐咗啦，唔好成日咁死板，即係你個位喂係差唔多嘅，爭我5毫子嘅，你咪即時撳，然後你將掛單咪 delete 咗佢咯，嘅事就係咁嘅啫嘛。咁你真係冇做，咪冇做囉，就係咁嘅咋嘛。有啲朋友喂你可唔可以早啲講啊 Sir， 有啲朋友咁樣問我，真係我唔識講。咁主要就係咁啊，即係大家係應該係正面啲去諗呢樣嘢。咁總之呢單就係高估啦，反彈啦，反彈啦嚇，嚟啊衝咗上嚟啦，衝上嚟啦。咁你有揸貨啊，恭喜你啊嚇。总之你不会是沽先咯，都是那句，那个市场是 向好的，不准备你现在即刻要追入，因为你防守很远。那我们刚才在下面这个位置揸了，其实这里。那棒看看棒在哪里，不知道。我怎么知道，其实不是我整出来的嘛，我不知道其实。所以有些人觉得我乱玩，是啊，我的方法只是属于我的系统。并不一定啱，因为个市场不是我做出来的。如果我做出来你就发达了，我要去升就升，我要跌就跌。可惜不是嘛。咁然后呢点呢，然后就出现一个下降期型啦，黄金。下降期型是什么呢，玩得多图都知啦。真是看淡啲嘅嘢囉，其实咁啊，你注意摆边度摆边度啦。嗰时就咁样睇嘅。OK， 嗰时咁样睇嘅，我话最近小时图出现一个下降嘅奇形啊，可以留意翻跌势有否延续啊，系一啲常见阴阳烛嘅形态，咁啊可以参考平台网站啦，咁佢都有讲啲呢啲内容嘅，其实，咁毕竟呢啲系一啲阴阳烛图嘅大道理，或者系一啲叫做好死板嘅嘢啦，好技术性、好书本嘅嘢啦。咁所以如果你係真係想去做好呢，或者你係想去接觸呢樣嘢，你一定要去明白，如果唔係學唔好學人炒嘢，唔好學人炒股票，真係唔好學人炒圖，因為你唔識呢啲嘢，你就覺得喂全部啲嘢似有還無嘅，咁我就去做啦，咁樣其實唔好嘅，真係唔好同人講你識炒嘢。如果你真係純粹追住個價，哇63好貴呀，咁樣點算呢，咁樣其實你嘅部署應該係之前做咗嘅，你睇嘅位置之前做咗嘅，咁而家系一个阻力嘅位置，你唔应该系而家去追沽追揸 ，OK？ 你唔应该去追揸，即使上咗去都好啦。呢个唔系你揸货嘅好机会咯，我只可以讲，你明唔明都好啦。总之，炒开图嘅人就知道呢个位去追揸咧系激进嘅。啊，你做都唔紧要，你知道就得啦。即系你去喂搏唔紧要啊，你咪搏佢再搏唔上咯。咁但系如果你唔知道就好大镬啦。所以最怕大家就不知道，其實在這裡也賺了幾元，我又不覺得這張單是真的賺得很準的，你58領然後去沽下來，這樣你就賺幾元，但是它最低可以走到48、49，我覺得這張單你應該會賺到去6元，是不是6元差不多啦，無論你自己做都好啦，你賺幾元都差不多啦，這個位置那是啦。咁呢个最主要第一日，我哋去做一个沽货嘅动作，延续翻呢个跌势。咁呢个就系我哋星期一做咗嘅嘢啦。咁呢个星期一，咁星期二啦。咁我如有琴日沽单，你如果冇去挂一啲推子蚀啊、保本啊咁样，咁去到第二日，我就话如果你有沽单咧，我话可以1750附近减仓，朝头早呢个位置，因为佢始终都系有少少喺呢个类似呢个下降期嗰、那个。嗰、那個底附近啊，咁我啊睇呢條啦嚇，我就即係嗰陣時都係望緊呢條啦，咁我就覺得佢都怪怪地，即係再減倉咯，同埋我哋再做單咯，咁啫嘛。
咁啊再減啦，你中意就減，你中意擺你自己去諗啦。總之我建議係咁啫。但係喂減唔減啊？收幾多啊？收七成八成嗰啲算啦。你話你睇個位嘅，你可以參考我，你可以跟我。但你話你減幾多錢啊？所以我應該減七成啊，定係減七成半啊？定係減82% 我嘅倉位啊？咁啊，你哋自己決定呢啲，就唔好去喂覺得我真係要捉住你嘅手，每一下捉住你的手咁有乜意思啫？我下捉住你的手，喂幫你入埋咁好冇？冇啊嘛，冇咁唔係有咩意思啊嘛，即係個趣味唔喺度啊，個趣味唔喺度啊，中意炒嘅人咧。多数的时间都是乐观的，对住我图，多数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好奇，叫做什么呢，叫做猎奇的心态，即是总之你 很好奇心的那个心态。那第一日做一个沽货延续，其实你如果你做了两飞，我恭喜你，是很正常的，即是似的、即使你去喂玩得再激进啲，连呢啲顶，其实我觉得都你自己可以及下嘅。我唔知道啊，即系咁讲，我玩方向嘅啫，方向稳位做收钱。啲人咪喺度犹豫咯，啲人咪喺度 take profit 咯，1764啊，成啊呢啲位，咁你自己咪决定收唔收钱咯。呢个系你做噶嘛，唔系喂阿 Sir 话唔走，我唔走啦咁啊，即系呢啲你就唔系跟我学啦。是我是很多这些废话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就正确态度去炒应该是怎样。这个就是我分享的东西。正确态度就不是我不叫你走啊，你不走啊，你不想啊，你不想你怎么学。之后就说啊什么阿 Sir 喂不行啊，这个阿 Sir 废啊，那个阿 Sir 没用啊，这个阿 Sir 学不到东西，你自己就没有勤力过。这些我费事这么直接，有时但是有时人是有很惰性的。而所有成功的东西都是反常态反人性才会成功的。要睇噶，我哋大家喺度做咩啊？星期五晚唔系去玩嘅咩？点解喺度睇直播嘅？咪就系因为你勤力咯，咪就因为你勤力。点解唔去玩嘅星期五晚？真系俾我拍手掌自己先啦！反人性啊，所有嘢都系你要成功，你一定做咗啲人哋唔做嘅嘢，而呢个系开始啫。而之后你就一个好奇嘅心态去做所有嘢，所以。星期二，我決定減一減倉先。我決定減一減倉先。呢個係第一個決定，即係再減咯。總之佢喂佢飛低啲嘅，你咪開心咯。你真係覺得 OK 嘅，或者你點嘅，你冇打指示，你咪有佢飛，或者你減多啲啲咁樣咯。你賺多啲錢啫嘛。其實我目標都係你袋多啲錢我袋啫嘛。我冇咩好強烈嘅意思嘅，成日講喂減倉收錢，我叫你喂落袋啦，賺錢啦而家，你俾呢個錢我去教你賺錢，我而家叫你賺錢啊！呢個世界係可以 win-win 嘅，呢個世界唔係以餘我詐噶，定係有錢齊齊揾係可以嘅，知識係可以分享嘅。咁所以大家，我希望你明白我嘅用意就係咁咯。如果你係想去，即係做好一樣嘢，最快的方法就係揾個人學，揾啲做到嘅人學，同埋你自己努力，並唔係齋學然後自己唔努力咯。咁你唔努力係都係冇用。咁變咗我哋第一次去學投資嗰個心態應該係咁。即係我幾勁，我幾準咯。呢個禮拜係贏噶，贏到你接受唔到添。咁但係你要去睇下人哋點樣做咯。所以而家就開始星期二嘅行程。昨日仍然不断做沽，日线上仍然有机会测试1737，即仍然会再崩我呢个底度。咁我就话方向视乎最近有冇尝试更高位啊，即有冇弹高啲啊，咁样有冇弹高啲咧？睇啊，你自己去睇啊，你留意一下佢有冇再扯高啲咁咪，咁佢咪唔系弱势咯？如果佢喂再玩翻上嚟嘅，好似啊咁啊，喂佢穿唔穿啊？啲人咪喺度犹豫咯，穿唔穿啊？成啊点？咁如果係喂佢唔係咁行嘅，佢咁樣上嘅，咁去到呢度其實你已經知佢原喺度嘅話，已經唔係弱啦。咁你咪去諗咯，你諗得噶啦，諗啦，一日諗唔掂嘅，諗一年啦試下，諗一個月啦，諗一個月啦。你有 feel 嗰下，你係唔知幾時，但係你係會，然後1764以下始終。
始終睇淡，始終睇淡，即係呢個位以下，我就睇淡啦。呢條就係死線，呢個就係我哋講嘢時間，12:01呢個位置。OK， 12:01。咁啊，區間留意翻17:61啊，至17:37啦，咁樣或者係17:61至42啦，總之係個 range 係咁啦，係啦。短線應該是震盪的，如果尾盤沒有下破呢，有機會做下反彈啦，即是42度啊37這些位置就去做啦，大家有沒有睡覺啊？有沒有睡覺下面，我沒有睡啦，我沒有睡，沒有，是啦，還是有，有應該不知道的。哎呀，咁主力做沽啦，星期二都系啦。其实你嗰阵时点睇咧？你自己望下自己啲单咯，定系你自己纯粹喂又系嗰啲喂好惊啊，日走啊又好惊啊，走好惊啊走啊嘛。咁仍然都系，仍然都系冇做咯，即系仍然都系冇策略啊。如果你仍然都系成日都震走你，边个教你成日震走自己嘅咧？咪就系因为你未有策略咯。希望你由今日开始。由今日开始就组织嘅策略啦，试下唔好太情绪主导啦。系啊，呢啲我之前直播早两条讲过嘅，冇一个成功炒家系玩情绪然后发达噶，真系冇嘅，其实真系冇嘅。我好想笑啊，讲呢样嘢，冇一个炒家系因为情绪问题而发达噶。O K， 情绪问题只会影响佢输钱嘅啫。你明唔明啊？你明唔明啊？咁主要就系咁啦，唔好成日情绪化啦。情绪化等于你冇策略、冇答案噶啦。你情绪化代表你冇策略，同埋你唔信你自己。第一个原因就系你冇经验啦，第二个原因就系你冇策略，同埋你唔识。咁希望大家俾心机，揾啲识嘅方法去做。咁然后星期二夜晚啦吓，凌晨嗰啲时间啦，我记得就系，我唔记得咗真系。即係對我哋嗰日做得係冇乜影響，所以我真係唔記得咗。我記得係凌晨嚟嘅。咁然後小數據就有呢個七月房屋指數啦，同埋即係夜晚就有呢、這個鮑威爾同財長嘅聽證會啦，即係佢哋會出席啦。咁啊，耶倫同鮑威爾啦。咁然後更加重要就星期四嘅 GDP 啦。咁如果係美元強勢咧，咁其實會對黃金造成壓力嘅。咁樣。咁有啲財經周力啊，咁啊 send 出嚟啦。咁啊 GDP 即係呢個係。呢、这個係上呢個禮拜嘅啊嘛，咁有 GDP 啦，星期四就咁、是。然後去到三點零啊，呢個幾時啊？三點零睇下先，三點零呢度啦。三點嗰陣時我就話啦，3:25我就話17.43至44去沽貨，去沽貨，然後防守就擺上邊呢度，擺上邊啦。总之几蚊货仔啦，你每一次都系喂几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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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摆防守永远都系咁摆。大家系咪话而家开始落啊？黄金系咪开始落啊？等我扮喺财现先，喂系咪都话落噶啦？都话佢跌噶啦，我喺财现先，都话跌噶啦。嗱个反应就系因为市场有反应咯。讲完呢、這个唔系揸货位。總之你 take profit 或者、哎、你賺少咗而家，你自己諗一諗，點解我會賺少咗？然後你就有答案噶啦。咁我哋就嗰陣時已經其實已經知道呢個係頂啦，七六幾啊，你應該要知啦。呢、這個就唔講啦，亦都唔會攞嚟自嗨啦。呢、這個係啊，比特幣更加應該自嗨啦，而家46,000+喎。咁冇玩啊，唔緊要啦，同自己講唔緊要啦，唔緊要啦，跌咗嘢試下冇玩咯。真嘅喎，呢個跌咗嘢試下冇運咯，輸咗 trade 試下冇諗咯，真。然後目標17.20啦，即係你再睇佢低啲咁解啫嘛。咁唔代表你中間唔減倉啊，大佬。43沽過嚟20，你中間20+，你1蚊都唔減啊。後面啲朋友開始玩嘢啊，開始就話好犀利啊，師傅。我唔係師傅，我純粹係咁樣諗啫。嗱嗰陣時個圖啊，3.0係咁樣諗嘅。食法上嚟落翻去咁样，我谂其实有玩图嘅人咧，佢应该都会有睇到呢样嘢。星期二并唔系纯粹我为咗自嗨而分享，我系分享一个观察力。喂，大家
其實玩圖應該會望到呢一個位嘅嗰一日，嗰一日。咁只不過我再睇細微啲咁解啫，我睇翻琴日個底啫，咁樣啫嘛。咁咪1743咯，1744咯。咁所以呢個位置我就選擇去做一個睇探啦，唔會去做一個睇好嘅動作先啦。咁啊，做一張沽啦，做一張沽啦。總之。你唔好諗佢而家係咪上先啦。第一，而家星期五晚啦，同埋呢個係一個強阻力 ，do re mi 咁多位喺度嘅時間咧，其實真係冇得做。你可以諗有成日冇得做嘅啲位置，就係咁啦。咁翻翻嚟啦，唔好成日飛嚟飛去啦，唔好成日飛嚟飛去啦，檢討一下先。總之3:00-4:00嗰陣時候，我就諗一個睇法。反彈沽黃金，反彈沽，反彈沽出單，未上嚟嗰時42.多嘅啫，42.幾嘅啫。咁呢個係28號啦，28號嘅3.幾啦，咁就做一個反彈啦，然後去到5.8，咁就扯嚟啦，啱啱飛嚟啦。咁我就話1738至37附近減倉啦，贏啦咁樣。所以呢，我哋就即係都贏咗平時嗰個目標啦，咁就減倉啦，然後剩低倉位又睇破底啦，即係睇佢搏唔落去再搏啦，即係我呢度減一次先啊，你明唔明啊？你明唔明啊？點解要減倉啊？因為圖表分析係咁玩嘅，圖表分析係咁玩嘅，係咪先？你會唔會減先？呢度你估過嚟，你會唔會減？你知唔知呢個位係要收下錢先？你知唔知應該要先？係啊，你唔知唔緊要，你下次試下俾自己30秒諗一諗，或者20秒俾你諗一諗。誒，減唔減？減唔減？減唔減？做減有益嘅，袋錢落袋喎，無啦啦多兩張金牛喺呢個褲袋度，興唔興奮啊？就係咁啦，炒一個就咁咯。你要做，你先做到嗰樣嘢嘅。咁如果明嘅，知道呢個位係要收錢嘅，或者減下倉嘅，呢度沽過嚟。系啦，下面朋友开始话知啦，系啊，非常之正常啦，即系，总之你系要做呢啲嘢啦，因为大家系 day trade 啊嘛 ，day trade 点解要 day trade 或者系唔系点解 day trade？ 即系 day trade 系点样？相信你都明白啦。如果你又望下我最近嘅玩法，或者我平时点样玩啊，咁可以知道啦。咁或者我之后再拍片，我再讲多，再讲多次呢啲嘢咯。系啦，嗱，等一阵，我而家 mark 低啲嘢，等我俾我自己拍片先。OK， 即系总你收钱咯？点解？因为你嗰啲位你睇咗嗰个已经，你明唔明啊？我区间留意1737啊。其实你应该要睇，即系你应该要系要知道个位喺边啦。其实你应该要明白咯，唔系下下喂再要落啊落啊落啊，再跑马咩大佬啊？系咁嗌落嘅落咩？佢唔落边，你都吹佢唔涨噶嘛。咁如果你跑马一样咯，你唔系嗌又有用咯。真心真心，睇多阵定一到就食。有位朋友问一个几得意嘅问题啦，都几有用嘅呢个。佢话 Sir。到咗啲阻力位，你会睇多阵定一度就食？我系会一度就收嘅，开始你唔需要谂噶，系啦，我唔系话你，但系唔好话一开始再搬嗰啲分钟图睇法啊，咩分五分钟，五分钟未穿，15分钟穿咗，一分钟又未穿，咁啊点算咧？咁啊，咁最后咪玩到要食安眠药咯，唔系咁玩嘅，真系到我就减仓，呢个就我嘅答案。到我就減倉啦，真系喎，真系喎，真系喎，就係咁啦，就係咁啦。係啊，啲朋友係馬來西亞朋友嚟嘅，我知道馬來西亞、台灣未必聽得明啦嚇。台灣的朋友，你聽不懂我說話對吧？係啦，咁就馬來西亞聽得明啦，廣東話咁樣。有冇人馬來西亞朋友啊？可以 say hi 喎。我好中意馬來西亞喎，馬來西亞啲粗口好正喎。
然后就系咯，啲嘢食都唔错，啲嘢食都好好食。剩低仓位啊，睇破底，真系咁玩嘅啫嘛，全部。其实日日都系咁玩嘅，我你睇下啦。如果你觉得我咁样玩都系水你嘅，你 unfollow 我啦，唔好 like 我 page 啊，唔好嘥你时间，唔好嘥啲流量，见到我哋点样做单。但如果你系有心去玩嘅，你研究下我点样去谂图，绝对可以。喂，我哋乱揿揿咁样，好似都做到。唔系唔放止腰啊，减仓推止损睇破底啊嘛，咪真系减啲咯，食一半留一半，食七成留三成，食八留二咁咯。你睇下我呢个 post 咪有讲咯，系啦，即系自己口贱，我觉得自己口贱啊。我琴日出个 post 讲咩咧？前日星期三我就话做得 trade 预咗有 drawdown。我一直堅持啲策略係慣咗贏七輸三贏六輸四贏八輸二贏九輸一等等，之後星期四輸咗。咁啊，公開演繹啦，公開示範啦，策略得一定得啦，大家都係咁做啫嘛。其實即系 A 君可以炒嘢贏錢，咁 Hammy 仔都得嘅，大家都得嘅。即系放唔放止繞，即系话喂，我系咪食几多？食一半啊，食七成啊，然后我走唔走啊？呢啲咧，你要有呢个习惯，我唔理你收几多。即系譬如你喺呢度沽咗货落嚟嘅，你做乜炒乜嘢都系噶，你炒埋啲港股都系噶。喂，你冇目标去炒嘢，咁个个咪喺度坐艇咯，大佬。问题系你唔系，你唔系。六个摩打啲艇啊嘛，你系嗰啲冇嚟力度嗰啲艇啊嘛，咁咪濑嘢咯，嗰啲啊嘛，我啲艇真系好鬼劲，我好想坐下，我好想坐下啫，嗰啲艇，有冇人有门路啊？嗰啲艇好鬼正，然后就咁啊，你咪减完，总之你炒嘢你就系搵个目标去收一收啊嘛，然后你减完你咪等佢飞咯，唔飞你咪唔会输突，你唔会你佢唔飞嘅。你又贏咗，你又唔會輸翻轉頭。佢飛嘅，哇！你又更加開心啊，當我神咁樣，係咪先？咁變咗，我好處就係你一定袋啲錢我袋先咯，同埋你做一個保本咯。例如你防守擺喺呢度嘅，咁你咪落咗嚟呢度減倉推止蝕，係啊，減倉點解我成日都講呢兩樣嘢啊？因為減倉同推止損係一齊做嘅，多數都係啊。你唔好話推幾多啊，成總之你輸少啲啦，你翻轉頭都。唔使谂，喂，我推几多好啊？你推入市位附近咯，咪，总之你唔会输翻转头啦。你剩翻我少少嘅，你剩翻我三成嘅，你咪等佢飞又好，你喂弹翻转头，喂打鬼个咗个保本止蚀嘅，咪打鬼咗咯。你方我赢唔翻咩？听日问题系你要做呢样嘢咯。如果你系有心炒嘢，系咪先？呢啲系好实战嘅嘢嚟噶。俾个 like 先啦，真系 like 呢个 post 先啦，咁有心机讲，同埋呢啲好有用啊嘛，日日都系咁用嘅，所以点解系啊？唔好笑一啲玩金玩汇嗰啲人啊，真系唔好笑，唔好笑。系啊，唔好笑，大家喺呢个市场系一齐揾钱嘅，唔好滥炒啊！点解要破坏？唔好破坏我哋，我哋系一齐努力嘅。咁变咗，重复一次啦。你逢亲你赢咗一橛咧，你就收啲钱啦。有时真系唔系我提你先做嘅，你都系揾位嘅，你自己要识揾噶嘛。咁先係教學啊嘛，咁你先係學啊嘛，人哋教你又學，咁你要學到啲嘢咯。咁變咗呢啲每一次直播都講係因為係咁玩咯。如果你成日聽到啲嚟嚟去去三幅屁嘅，咁你咪知道根本呢啲嘢就係咁玩咯。而你入邊你會明白咗，喂，原來就係咁嘅啫喎，原來黃金係日日都係咁玩嘅喎，原來現貨金嗰個
睇个框架每一日都系一样嘅，原来睇图嗰个谂法每一日都系一样嘅。其实呢样嘢好恐怖嘅，因为你同一个市场，你每日去玩，你用同一个谂法去谂图咧，你可以持续赢钱噶。如果你明白我讲咩，我恭喜你。你每一日谂图嘅框架系应该系累紧，如果你冇嘅，代表你冇乜策略，系啦。佢真系落咗嚟，咁你咪自己谂下点解咯。唔系喂落咗嚟，哎呀我揸货咁样，点解你要揸货咧？冇原因噶，揸完货啦，嗰一棍已经完咗啦，所以而家冇啦，冇咩好做啦，大家就加油啦。所以我哋一定系咁玩咯。嗱，又有人赞我啦，下边唔系赞嘅，即系啊，欣赏啦，互相。即系唔系唔输啊嘛，唔会唔输啊，黐孖筋咩？冇可能唔输噶，点会唔输啊？你输知唔知自己做紧啲乜先？我问题系我系日日都知自己做紧啲乜啊嘛？我日日都知自己做紧咩啊嘛？咪就系咯，即系你。一定是这样想，无论 你花一年时间，你花一个月时间去立明白这件事都好，一定是这样想这件事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我一定追回就这样，我是不怕输的，因为我们的框架是对，我们以后都是对，而黄金就是这样玩，二十年前是这样玩，二十年后都是这样玩，没什么分别，一模一样。所以为什么你叫我不会说其他很多东西，因为黄金就是这样玩， everyday 一模一样，个想法全部一样，当它七成八成的情况都是这样行的时候，我们就七成八成的把握咯。如果它很多的数据很多的波动的，那我们就会降低咯，我们得回六成多咯，然后市场正常回，我们就去回七八成的胜率咯。你去计一下我做了多少单咯，你计一下我赢了多少钱咯，你乘回十手二十手就是我做的单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我们去做单的时候呢，我们去看下一个目标减仓目标是1726这个时间六点几啊，这一支棍里面我再看下个目标是1726，我说上次直播已经分享了，就是这里这条线而已，上一个礼拜五讲了，就是看这位置而已，黄金我看它探游下去而已，你们看看我是不是这样说摆出来。所以黄金是这样的，你玩大位呢你输不到几多的，因为你一定是那些是死位来的，即是这一道门它一是爆一是不爆，如果它爆了的不用等了，就是这样，一模一样，全部东西都是一样。如果你听到眼睡呢，代表你已经知道我说了什么，你再咀嚼一下你就明白，还有你玩一下咯，看一下咯。然后啦，最近就57、54、58、44全部都是看淡啦，全部都是这样做啦。那今晚就坚持看淡啦，这一道咁我就孤单近低位就减仓啦，八点啊九点呢位啦，咁其实呢位咪减仓，总之我哋话佢未到，你咪减啲咯。我温馨提示你要收钱啫，即系你唔会话再唔到26，哎我唔减啦，咪飞翻上去，咁你咪赚少咗咯，冇嘢噶，赚少咗啫嘛。呢、這个谂法冇错噶，喂大佬，真系咁噶，你冇可能喂下下赚到影线底嗰一点咩？咪大佬。有些人觉得喂我懂玩啊，你觉得即系啲人觉得我准啊，定点咧？然后就觉得我一定可以帮你最顶个点食个最底个点咁样。有时唔系噶嘛，唔系咁样谂嘢噶嘛，就系咁，系啦，即系尽量咯，尽力咯，大家做嘢都系求尽力啫，都系为咗自己喂炒嘢啊，学到嘢得嚟又可以搵多少少钱去揈下又好，乜鬼都好啦。今日就系咁啦，减仓。飞下来有图有字，我就是这样老点你的，如果你还觉得我老点的人的话，我是这样老点你的，赚钱要收钱先生小姐。反弹1730-40去沽货，九点钟的时候讲的，这一支一开足的时候09分，咁啊，38-40去沽啦，咁样然后就防守1746啦，咁即系咁啫嘛，你咪摆下就即系
嗰啲頂上邊，我就揾啲頂頂底底嚟擺嘅啫嘛。咁即係話四十、三十八你要沽貨，咁我就話啦，喂，三十八開始沽都 OK 其實，呢度啦，上嚟啦，咁然後佢再復發，再發上四十幾啊，四十一啊，啱啱四十一，我就話三十八四十沽啊嘛，再發上去九點零九分，你自己度下個時間。咁去到九點三十幾分咧，我就話現價一三五啦，我就話完全命中啦，你四日沽咗嘅，你可以減倉啦。嗱，開翻個分鐘圖嚟睇下咯，即係冇所謂嘅。你見到點解？喂，點解成日好似佢成日做到咁？因為我真係咁玩噶嘛呢樣嘢。嗱，九點半後啲掃咗落緊嚟啦，已經九點半至九點九呢一支十五分鐘黃金落緊嚟啦，已經。我四十沽咗，你可以減倉。我講未講完，佢已經落緊嚟啦，落到嚟一七三二啦，已經。我話三十八沽就等低啲啦，咁樣。咁就係咁啦，然後就我話一七三八沽單都可以減倉啦，三十一、三十二啦，已經去到。嗰陣時係九點九啊，啱啱好九點九呢個收足呢個時間啊，九點九，然後呢一支開足九點九，咁啊三十一、三十二呢位，咁咪再減倉咯，你再睇破底咯，咁咪賺錢咯。咁我就咁露點你噶啦，賺錢係啦，你自己睇下時間咯，咪睇下時間咯，咁啊啫嘛，一樣啫嘛，贏咪贏，輸咪輸咯。唔係輸唔起啊嘛，你咪一張瞓身啊嘛，一張瞓身你就唔好學啦，你唔使學嘅一張瞓身，真係你落咗嚟呢度，咁你咪減倉咯，三一三二咁樣，其實呢十五分鐘佢發到更加低添，佢一七二九一七三零添，咁你咪減咯，收錢咯，即係話你兩個位你去做咧，我哋啱啱好復發落咗嚟，咁咪贏錢咯，咁咪贏錢咯，就係咁嘅啫嘛。有几难啫？讲真的，有几难明啊？你识你学过睇图你就明啊，唔系话喂唔明唔学都识啊，系你有学过睇图咧。其实好多人都识睇，玩唔到好多原因，但系你要揾个原因出嚟咯。咁变咗嗰一时就系咁样咯。我哋再做沽落咗嚟，然后就下边收钱咯，就咁啦，嘥一个八。呢位系啊，系啊，老千啊，我系老千，你认住我，我系老千嚟噶 ，OK， 系啊，呢度沽货叫你收钱，呃你，系啦，唔好做，千祈唔好做，千祈唔好学，系啊，呃你噶，我呃你噶，揾你笨嘅，揾你笨嘅，揾你笨嘅，揾嗰啲微信女，揾嗰啲先正喎，有女及系咪先？我冇咩好及。就咁啦，咁啊做沽货啦，咁样咁啊赚几蚊啦都好啊，系咪先？又赚个六蚊鸡都好啊，吓、啊、我哋就自嗨得嚟啊，保守啲咯，咪中间赚到六蚊都好啊。我唔理你喂沽嚟呢度赚咗几多啦，你中意啦，你开心啦。总之你呢度咧喂赚到几蚊系应该嘅，你应该要做到啊。即系你其实你四十、三十八、四十六到嚟三十一，其实可以赚十蚊嘅。咁但我保守系六七蚊咁咯，系咪？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，就系咁，冇所谓啦。全部都系咁玩啫，其实一样啫嘛。咁其实呢个呢一张真系可以食到好尽嘅，可以。咁咪七蚊，系咪七蚊咯？冇所谓，一样啫嘛。总之就系咁啦吓，有啲朋友呢度沽落嚟，喺度等等等等等等等，咁我恭喜你咯。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呢、这个28号啊，四十三沽落嚟都几多啊？四十三到廿八，十几蚊喎呢度，其实都唔错呢一张就系十几蚊，十蚊就三十四，多六蚊，十六哇十都十几蚊嘅呢度，都十几蚊嘅呢个张其实都唔错。咁冇系咯，十四系咯，十四差唔多啦，三十几。我计你唔好赚尽啊，系啦。总之
人人都可以賺錢，如果你在你的市場找到方法和你找到節奏的話，你就是可以發大你認知的，然後你就做到了。因為當一個人開始懂得炒嘢嘅時間咧，佢一揀係有啲嘢有 feel 嘅，咁你將嗰啲嘢發大，然後冇諗咁多嘢咪得咯，冇諗咁多嘢。第一，我啊最唔中意人不斷喺度咪指標同咪分鐘圖嘅兩樣嘢啫，咪指標咪分鐘圖就害咗你嘅啫。當你懷疑人生嘅時間咧，你諗下自己個策略做乜，咁然後你就可以知道噶啦，你就可以知道噶啦，你就明白呢樣嘢噶啦，係啦。咁你明白咗，你咪放大你做得好嗰啲觀察力咯，咁你咪唔會諗咁多。亂咁諗嘅嘢咯，炒嘢就係咁。呢啲係淺白得嚟，即係有啲人未必明嘅。咁而家就一個可能有啲人喺上面沽咗啦，我唔知啦嚇。你有冇啊？你有啊？恭喜你啊！你冇沽咪冇沽咯，你想揸單保護咗啊嘛，保護咗咪 OK 咯。冇揸冇沽嘅咪算咯。但係我哋睇嘢係啱啊，證明。就是这样咯，是啊，讲金是没什么人看的，有时，但是玩金是玩图嘛，玩图最好玩就是黄金，我够胆讲。即是看下之前我去喂玩其他人的那些节目啊那些，你就知道咯，即是全部玩，你懂得一些玩金的人，因为个图靓，没有其他原因了。图靓就是技术分析可以帮到你了，就咁啦。咁啊，沽货啦，减咗啦，即系嗰两张做完啦，星期二嗰两张，咁主要都系赚钱走啦，赚钱走啦。呢个都系大家目的啫嘛，即系你自己炒同我哋你同我一齐炒，其实你都可以赚钱噶。咁你同我一齐赚钱嘅时候，我恭喜你。咁喂，星期四输咗咪输咗咯。有限數啫嘛，我哋揾位打啫嘛，唔打喂，再唔打喂，唔好再搏咯，咪停一停咯咁样。好，然后咪就系睇嗰啲嘢，呢日完咗啦，我哋都系睇1727系喂一个短期底啊，然后阻力1744啊，呢个位置1744咁样。咁我就话今晚依照1744至四一以下再沽啊，呢一度讲嘅，呢个系9月28号嘅10:00 PM。9月28号10:00 PM 一小时图黄金呢度呢个位置呢度讲嘅系我哋有沽货啦。呢个位置嗰阵时我就讲埋呢样嘢，系啊，睇图啫嘛。其实咁难接受咩？黄金真系即系咁难接受咩？股票嘅有微信类咧，点解你唔觉得股票系呃人嘅咧？股票嘅又装咯，股票又害死唔少人咯。好多人屋企人硬系有两个系玩股票坐咗喺度噶，但系喂，技术分析唔知，分析啲咩唔知，交易策略系咩唔知冇，咁又做乜？但系大声话黄金唔得噶，黄金波动好大噶咁啊，咁啊睇人哋点玩咯，即系放低嗰啲坏思想，大家就可以接纳一啲新啲或者正面啲嘅嘢咯。咁我哋夜晚就繼續即係平常心地去諗下張圖咯。嗰晚即係二晚，咁啊10:00嗰陣時，我就係話44:1附近咧，我覺得都係一個阻力位置咁樣，即係呢度44:1，即係呢條線啫嘛，呢度啫嘛，44:1下邊。咁我就話我今晚依照呢個位去沽啦咁樣。咁佢當然佢夜晚冇彈咁高啦，第二朝先有，即係夜晚。诶，佢都冇弹咁高，其实诶，啱啱呢一支掂咗，好似11:00，唔知你有冇做啦？你有做，你都唔会输钱嘅。如果你40有做沽嘅话，系啦。咁唔紧要啦，我再讲啦，再沽一张啦，10:00，39.1739，再沽。所以点解我话我做咗三张单就咁解啦？我 Facebook 我话做咗三张单就咁解，或者我自嗨又好乜都好啦。总之我哋嗰日做咗三转。所以今个礼拜咧，我即使有输单都冇问题，都冇问题，因为我做咗三转，都系睇淡，我都系睇得弱啲。其实当然佢最后弱唔到去底部啦，弱唔到去1700啦，咁样大家可能都系睇紧1700嘅。咁但系佢真系落唔到嘅，喂，冇人想嘅，冇人想嘅。咁啊反弹一七
几多啊？一七三九再估啊，喺度，喺度，一三九边度啊？摆条线嚟睇下先啊，一三九呢度，啱啱好呢个艇，咁就再估啦。咁呢一日都几刺激嘅，有啲人觉得好进取啊，成啊咁样啊，啊进取唔一定系负面嘅，进取可以系正面嘅。咁啊，再做沽啦，我都系睇淡咁解嘅啫，其实冇乜特别，淡或者系震荡弱咁啫嘛。同一个道理，即系夜晚系冇反弹嘅，冇力度嘅，咁我咪睇佢反弹弱震荡咁样，然后就夜晚就完结咯，冇乜特别嘅啫。其实，即系我系纯粹嗰日星期二嘅夜晚，我就系睇，喂，一系就继续弱势关落去，一系就其实冇乜特别。震荡咯，震荡或者系震荡弱咯。咁我就再嚟咯，十点完收足嗰阵时，系啊，之前我就1134嗱，十点五啊几分呢度。咁嗰阵时其实嗰日都几即系几容易做叫做，几容易做啊！我哋11点。系啊，十点嘅时候讲会沽货啦，十点零嗰阵时，咁十点三冲上去啦，啱啱好十点半开始咧，咁啊到我哋个位啦，七三九啦，然后沽过嚟，啱啱十点几开11点之前呢个位置，佢就1732啦已经，咁又赚几蚊啦。咁我呢一日咧系即系帮呢个礼拜去储钱，系几好嘅，其实系几好嘅。呢、這个系啦，咁啊再次露点你啦，赚咗几蚊啦 ？Sorry， 再次露点你啦 ，Sorry， 真系唔好意思。即系我唔可以保你喂下下张张赚，但系当我哋嘅策略系 fit 嘅时间，系可以赚钱嘅。而 fit 嘅机会、fit 嘅情况都唔错嘅，你可以计，因为我已经做紧香港冇咩人够胆做嘅，就系摆晒所有记录出嚟，你咪睇下咯。你計下咯，你覺得喂喺度老點人咁樣嚇，企喺個道德高地嗰度批判人嘅時候，睇人哋做咩先？大家都係嘅，我相信大家啲工作環境遇到唔少人嘅。咁我認為人啊，最緊要做翻好自己就算噶啦，其他嘢真係你控制唔到嘅，係啦，即係個 character 個人嗰個 reputation 咧，係好容易俾人哋去咁樣講嘅。你翻工都係啦。咁但系最后你做嘅人哋有眼睇噶嘛，有眼睇噶嘛，所以冇所谓噶。你觉得我好样衰都得噶，其实冇问题嘅。你睇到我做嘅嘢咪得咯，你咪攞张纸黐住我个头咯。但系我讲嘅内容，黄金日内交易绝对帮到你，系啦，睇你睇唔睇嘅啫。然后咁啊，呢日三张就完结啦，星期二，咁去到第二日嗰阵时咧，就系、是、呢、這个反弹紧啦，见到第二朝喺度攞紧走一条线先，反弹紧啦。咁嗰阵时就睇1734啊呢位啦，咁咪一路其实早盘咧佢冲咗上嚟嘅，即系类似反弹俾一个位置，俾个机会大家咁啦，好似。咁然后咧，9月29号嘅11 a.m.佢就我就即系我就话啦，佢就喺度即系高啲嘅位去做单啦。我谂住咁，然后就我就话1740啊，42开始沽啦，即系话我系睇呢个位沽货嘅，睇沽货嘅。我即系有啲朋友系玩开金啊、剩啊，你咪睇下我点做咯，你咪睇我点做咯。你去喺我啲 trail 了解我得噶啦，我系嗰啲日日睇，去旅行都睇。去廁所都睇，我浸浴喺度沖涼都睇嘅，信不信由你啦。即系我系可以咁啊，我当然唔系日日系咁啦，但系我可以咁咯，因为我中意啊，我中意啊。咁变咗，你咪会谂下咯。喂，防守摆呢度，喂，差唔多啦咁样。喂，做单呢度，防守呢度，又系几蚊货仔，大位下边做单，又系好位，做沽或者唔做，上咗去。看看反不反手，有没有空间，都是那几句说话而已。星期二收了大阴烛黄金，
黃金大陰燭，咁嗰陣時咧即係日線啊，咁然後就我就話一路都係話冇咩去做反手啊，冇去鬧貨啊，做啲咩嘅。有啲人好中意鬧貨，係個人個習慣問題，咁我就唔評論啦。咁我就冇做任何反手嘅單啦。咁你有啊，恭喜你啊！即係你當27係個位嘅，你咁樣揸上去嘅，你中意啊，好正常啫。其實你唔會喺27追沽先咯。你27追沽我驚啊！你27去揸貨啊，我都好正常。28去揸貨好正常，即係好正常嘅嘗試啊，嘗試啊。你唔會喺27去追沽咯，大佬咩事啊？你唔會17、27呢度去追沽先啦，冇原因噶。點解你為咗去追沽啊？唔會噶，即使會都好啦。你知道你係進取同埋你擺翻止蝕就得啦。OK， 我唔話喂，我唔會話喂一定唔好咁樣。Whatever 啦嚇，咁佢嗰日就喂越爬越高啦。其實嗰下我都係真係有少少咬底嘅，真係。佢一衝上嚟啦嚇，咁佢。去到六點啊，都仲衝緊喎喺度。咁當然佢冇打止蝕啦，我哋止蝕喺度啦。有啲人就俾佢震走咗啦。我都唔係好明白，即係呢個位係唔應該走咯，44唔應該即刻走，走咗唔緊要，你輸少少啫。但係我覺得唔應該走嘅，真係唔應該走嘅呢個位，真係唔應該走嘅。一來其實你40、42做，你輸嗰2-3蚊你。你走乜鬼啫？唔使噶，即系你重手轻手都系啦。有时你觉得喂个位始终都系日内睇啲位噶啦，你咪做到尾咯。你做到尾，你先知道你掂唔掂啊嘛。即系你跑步，你跑一半你又离场嘅，你喺个圈度打横行出去离场嘅，你唔跑啦咁啊？你点知道自己跑唔跑到嘅？你唔知喎。咁变咗我哋就系咁样谂咯。有时我系咁样谂啦，我 mindset 系咁样嘅。即係我 mindset 係強悍少少嗰啲嚟嘅，所以就唔係好怕咯。然後我行情嗰陣時就係話啦，咁今日依照40同44之間去沽貨啦，咁暫時係盈利中嘅，去到呢個12點幾嘅時間，即係呢一支竹，如果其實你做咗咧，其實可能你已經中咗噶啦，呢度11點啊，呢位置係啦，其實已經做咗噶啦，朝頭早。我一讲完，其实可能已经做咗噶啦，咁所以我先话盈利中啫嘛。我一讲，其实41已经中咗噶啦。咁然后我就话预计下昼咧，黄金就系震荡偏弱啦，即系都系射落去啦，咁样然后就尾盘啊下跌啦，咁样结果佢真系咁行啦。不过我哋呢张可能赚唔准嘅，咁我当中间赚咗，我赚咗一半啫，其实。我咁話反彈到有利位置就係一個買跌機會啦，你唔需要恐懼啊。恐懼就係你成日都喂15分鐘好勁喎，5分鐘圖好勁喎，佢上一支大陽燭喎，咁樣唔關事噶，唔係咁睇噶，錯嘅呢個睇法係錯嘅，唔啱嘅完全。咁然後基本面就係話，琴日啊，鮑威爾同耶倫出席呢個聽證會咧，咁聽證會嘅證詞係冇講個咩提高，即係呢個風險啊，即係唔會講啲好利金嘅嘢啦，就是没什么特别咯。咁然后他就话喂，可能会11月啊缩债啊，咁暗示加息又早啲啊，之后头先好似又话加息又唔会咁早啊咁样啦吓。唔紧要啦，我哋唔系 focus 呢啲嘢嘅，我系炒图就系炒图噶啦，我系唔用指标我就唔用指标噶啦。所有嘢个主轴都系图表分析，我唔系唔睇指标啊，我可能睇一秒嘅啫。我睇，有冇啲咩特別？冇，因為呢個嘢唔係我個交易嗰個框架嘛。咁變咗就希望你遵從你嘅策略啦。如果你冇嘅，我係有啲課程啊，睇下啱唔啱你去報啦。係啦，就係咁啦。玩黃金係絕對要學嘅。如果你係想做得好，大部分人都係咁嘅啦。其實我聽得最多，點解玩嚟玩去成日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嘅？唔係畫條通道出嚟，頂底不斷喺度，即係就係咁樣去做噶，唔係噶，有時真係唔係噶，你要揾一個當日個方向出嚟嘅，咁會更加順咯，更加順咯。OK， 咁去到8點幾啦，8點幾嘅時候，呢一支8點啦，呢一八點，8點半嘅時間咧，我就話啦，沽單1738至39附近咧減一減倉先，因為我哋喺度沽咗嘛，我沽單1738、39附近減倉先。咁我就話可以減咯咁樣，咁
主要呢位收一收钱啦，即系减啲先咯，你唔会咁大住，我唔知佢会请得上嘛，系啊，即系我觉得佢可能会震荡，我唔知，咁变咗我都唔系睇得咁咩，因为佢嗰一始终真系偏强啊嘛，成件事即系偏强啊嘛，咁即系我个观察啦，即系唔系极强，唔系极弱啊，佢唔系极弱，但系我又冇打止蚀，咁我咪减一减咯，好正常啫，呢啲逻辑。而好合理啊，唔系得我理解到噶呢啲。即系我唔会因为喂呢一支好强啊咁样，然后我就走起咗去咁样，唔啱噶呢啲谂法。你唔会成日因为上一支点，然后跟住又点噶，玩到你头晕啊咁样。呢啲唔系叫做炒嘢啊。你估巴菲特会咁样睇图啊？你咁样谂得噶啦？你觉得坐喺中环嗰啲人佢会咁样谂图啊？你谂下你点样谂图啊？可能就系我嘅方法，因为我身边有呢啲人，而我哋研究出嚟嘅方法就系咁，冇谂就咁玩嘅，绝对系咁样睇嘅。咁希望大家就，总之系 set 翻个指示啦，做咩都好啦，你唔理你有冇做啦，赢唔赢啦，你每一张单你总之 set 翻个指示先啦，好基本。同埋个指示系合理、有意思、有原因咯，就唔系喂系又摆唔系又摆咁样咯，你唔会。喂，四十姑娘摆四十三指示，咁你做乜嘢啫？都冇乜原因嘅，冇乜原因嘅，真系系啦，即系起码你揾个顶啊，嗰啲揾个原因啊，咁啦。呢个可能唔知呢个例子啱唔啱你啦，但系就系咁揾个位做单，揾个位摆指示，又系啲三幅皮。咁系啦，继续我哋嘅黄金一小时图啦。咁讲一讲星期三啊，点样做嗰阵时？咁啊减一减仓，点知佢一。飞就飞落嚟啦，冲我嚟，咁我就可以减仓啦咁样。咁黄金咪继续睇淡啦，不过下行力度啊减弱啦，去到八点几咁我就，即系佢嗰阵时我就话，诶、欸、好似麻麻地喎，即系呢一我减完仓我就喺度讲嘢，我就话，喂下行力度好似麻麻地喎，今日应该唔会去破底啦，即系唔会去，喂真系冧到落去穿咗咁样啦吓，我个睇法系咁，即系唔会好夸张嘅新低啦。咁佢凌晨系做落嚟，咁但系佢咪上翻去，即系我意思系佢唔会。喂，即系黐晒线咁样咯。我意思系，即系唔会破底咯，总之唔会破底啦，唔会含无啦行我弱极弱出嚟啦。我自己睇，咁啊，咁就十点零我咁，我时就话喂，孤单可以再减啊，收钱啦。嗰阵时系行紧1731啊，即系我哋四廿几，咪四十倒沽过嚟。咁其实你咪赚几蚊咯，又系起码系嘛，几蚊好正常啦，系嘛。即系咁咯，系啦，你自己做成是但啦，总之几蚊嘢啦，都系一定系咁做，证明我平时讲开嘅嘢系其实系正常啱用咯。你唔明嘅，喂，真系谂一谂，点解？咁由我就话啦，反弹1736附近继续沽货啦，1736如果有反弹嘅。咁啊，沽貨啦，咁啊，1736喺邊度啊？呢度呢個位置，呢個位置1736係唔中嘅，係唔中嘅，即係第二日嘅朝早都唔中，爭一蚊到啦，咁樣。咁我就話孤單啦，喂，掛過夜啦，咁樣可以掛過下晝啦，咁樣試下啦，咁樣。星期四喎，呢個係黃金星期四，即係 GDP 嗰日。我唔理 GDP 系点啦吓，我冇乜点样去研究嗰日点样去冲上啊，咁啊图表咁啊双底突破咪冲上咯，咁啊啫嘛其实，咁我哋嗰日咧其实即系一开始 OK 嘅，嗰日都系顺势去沽啫嘛，我哋32去沽啊，一点几嘅时间，一点几嘅时啊，呢一支一点，32去沽，即系其实呢个位置咯，32。唔係33、32，黃金呢個位置可以做沽，睇到啦，好清楚啊，有圖有字有時間啦。然後就哇飛落嚟，咁啊行啦。之後其實去到六點零咧呢度呢度，咁我哋收錢啦，即係又賺幾蚊喎，都唔止添。其實呢一張真係其實賺好盡啊！因为我叫大家收钱的时候就是去最低的时候，1739，
6:57，呢度6:57，然後佢開7:00嘅時候咧，其實佢都係呢個底嘅。表呢其實呢個位咧係足夠時間去做呢個動作噶，做動作噶，32、33咁咯。所以呢一張你喂即係賺8蚊好基本，你起碼你要做呢樣嘢，即係應該喂你起碼你賺到錢先啊！3233最高到最低喎，最盡喎。咁然後喂防守點啊？咪一樣，即係都係嗰啲位啫嘛。其實上邊咯，咪40咯，37上邊咁樣咯，呢啲位啫嘛，都係咪擺翻個指示咯，大佬咪睇翻呢個咯，你中意咪咁嘅啫嘛，你咪嘆嘅啫嘛，係啦，咁嘅啫嘛，有乜分別咧？有乜好？所以你咪要擺時間咯，就係擺時間咯。系啦，咁我就话喂下个目标，即系如果真系佢再穿啊，咁咪睇千七咯。即系佢冧嘅话，佢再冧啊。如果呢一日破底，诶咁啊，喂可能再睇千七啦，咁样即系咪即系我上个直播讲嘅嘢咯，上礼拜五讲嘅嘢咯。睇破底，然后就推止蚀咯，冇噶啦，我呢度沽咗。推指示推落嚟咁样，点都好啦吓。总之呢个指示喺度咯，落翻嚟咯。你如果呢个指示嘅，就推翻落嚟咯。咁就唔会输咯。佢撞唔会输咯。咁然后我哋做啲咩咧？我哋再沽呢度再沽嗱。点解输咗一张单咧？我其实输咗两张单噶，所以我哋呢一日咧啲钱系唔系好赢到嘅，即系输咗几蚊嘅。其实呢一度都都输咗几蚊嘅，即系都系即系输咗一张单咯。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、是，即系可能俾翻呢一张佢咁咯。冇错啦。睇先啊，咁就孤单啦，孤单然后咧就30/31孤，咁然后就唔使讲啦，佢嗰一磅唔上去，咁我唔知佢系喂行一个箱底，然后点样定系点样上咗去啦，总之佢上咗去啦，我哋唔会深究，因为我哋已经系做咗啦，同埋你成日谂喂点样呢一个位佢上去咧，咁有时呢啲咁大棍咧，你冇得估嘅。即係有一個人不斷話俾你知，喂，嗰一棍點解咁咧？嗰啲人，我覺得嗰啲唔係好嘅學習方法咯。純粹你係諗下，你嗰一刻你會點樣做？咩位值得做？呢啲咁大棍，喂，砰砰砰三個鐘不斷上嘅，冇人知咩原因嘅。有時你中意話佢係數據咪數據咯，你中意話佢係咩就係咩啦，係啦。即係你當佢係數據嘅 ，OK， 你當佢係數據，你當佢係其他嘢嘅，有其他嘢咁樣。總之打指示啦，一張單30/31附近沽啦，咁然後防守1300啦，就呢度。即係我哋玩佢唔會穿頂啊，我係玩佢其實喺度震盪，點知爆唔上咗去，完咁嘅啫嘛。我哋嗰日我都有睇，都係睇翻呢個位啫嘛，呢個頂啫嘛。咁我哋睇呢度沽貨，呢度防守，呢度沽貨，呢度防守，咁咪輸咗咯，冇啊，咁啫嘛。呢下我唔係睇佢真係咁弱咯，同埋佢一強嗰下佢真係好快咯，咁冇計。输俾佢，系啦。咁星期四日输嗰张单系点咧？跟住嗰张，跟住嗰张单咪就系呢度做咗张沽货咯。我话睇翻呢个位啫嘛，做张沽货咯。喂，睇下有冇机会可以拦截一下啦。咁佢又唔系真系好强，我即系其实佢9:00都系收呢度啫咁样。咁佢再嚟喎，咁样冇办法，咁咪输俾佢咯，输俾佢咯。咁咪变咗，我哋纯粹赢咯呢度啫。即系话其实呢度咧系打和，打和。打就是咁啦，即系我再沽啊，再沽再打，我就话喂唔破，留意睇多次喎，9:00我讲呢一支9:00嘅时间，震下，我就话啦，喂再次留意42-45，唔破就震荡一下，可以顺势短线沽啦，即系我嘅策略啊，破位又再次尝试1760啦，即系呢度啦，1760。即可能我下次要進取啲，同大家講，喂，擺張追股追債喺度啦，可能我下次要咁，即係係咯，呢啲冇得講。咁但係咁我係咁玩啫，咁我咪再打支持咯，咁咪輸咗呢張單咯，咁所以呢一日咧就係輸嘅。然後就所以咪星期三四就係啦，打和啦，或者你點樣都好啦嚇。總之呢星期四就輸咗張單啦，總結打和，然後輸咗張單。所以我就話：喂，破位就上1760啦，你唔會守嘅呢啲位，守乜鬼啫？你揾到位你就唔會守噶啦。點解我成日句句日
日次次我都係講，喂，成日都係幾蚊嘢，因為我哋永遠都係揾大位打，變咗一大位一過咧，有時啲反應佢就係咁啦。啲大位一過，人哋掛嗰啲單咧全部掃曬，咁佢咪飛上去咯，變全部揸上去咯。咁啲沽盤全部爆曬，咪全部揸咯，咁咪嘣咪上去咯，就係咁啦。咁止蝕離場，反彈力度太大，冇回落力度，咁咪打和咯。最後都要輸，先打和再輸，今晚就唔做啦。咁我話我話唔係盲目睇淡啦，已經即係唔係即刻睇淡咯。咁我咪睇好咯。聽日繼續就咁啦。即係我諗法咪就係咁咯。今日即係琴晚啊，升完嗰一棍啊，星期四晚嗰一棍啊，我就話回落買入，回落買入，即係我用我嘅方法。我形態係咪極弱啊？短線啊，轉弱強少少少啦，轉強少少啦。咁啊，聽日繼續。我就黃金嗱，到今日喎，黃金先觀察17.45同埋17.38-37。係咯，即係睇呢個位啦，咁啊，17.3-17.45-37咯，咪睇呢同翻呢條界啫嘛。你識咁樣諗咧，你已經唔會亂咁做單噶啦。係啦，聽下我講咯，聽下我講咯。如果夠膽咁多個月以嚟都成日擺曬啲行情出嚟，夠膽講嘅，而真係做到嘅，咁你咪睇下咯，睇下咯。你唔睇嘅唔好睇咯。另外我就話啦，如果你自己有去沽貨17.64，即係上個禮拜嗰啲頂啊。如果你自己有沽貨嘅，係幾好嘅嘗試咯，我覺得。我60-64有高沽嘅，今日12:00嘅時間喺呢度啊，今日呢度。今日其實係復發凌晨來咗嚟之後咧，今日下晝喺度啦。今日下晝喺度 ，OK。今日就喺度，12:00呢度，12:00呢度，12:00嘅時間咧，咁我哋就喺度去做一個睇法。我就話，如果你琴晚有高估過啦嚇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噶嘛，但我提醒你就話俾大家聽，呢個係一個大頂，你要留意嘅。咁留意嘅時間，你咪喂估咗貨咪減倉，呢度都10-0啦。如果你有做嘅話。冇咪冇咯，即如果你自己有試，咁呢個位置你唔會係試追揸啩？你冇試追揸啩？17.60揸上去，冷靜啲先，諗一諗先。大位法則又再次應驗啦。咁所以如果你自己有做，或者你頭先有收錢，好正常嘅判斷，好正常嘅判斷。咁你有沽貨嘅。收錢啦，同埋我哋留意呢度低呢個低位啦。咁然後我就話我日線大陽燭，咁啊小時圖雙底反彈啦。咁然後就跟趨勢啦。然後17.45-17.38啊，咁兩個位都係支持位嚟嘅。咁大行情之後咧就要收復噶啦，就要回氣噶啦，唔係個個咁癲咁日日滾滾上滾滾落嘅。黃金係一個商品嚟噶，黃金係大家見到嗰啲黃金，呢個係每一安士黃金個價17.59，而家呢个价钱$1,700系每安士黄金个价格，咁啦，咁所以佢唔会滚滚上，不断好似 crypto 咁样滚滚滚咁样滚住去噶，唔会噶，好人性化噶，个个咁样炸完一轮咁样唞一唞，好正常嘅啫，不嬲都系咁噶，系啦，就系咁啦，即系你明呢啲都系有用嘅。咁所以佢喂震荡，你咪知道咯。咁朝头早下昼震荡，咁夜晚咪可能会行一个方向出嚟咯。然后双底有咩意思啊？咁样下次再讲咯，下集朋友片讲咯。如果双底你想即系睇我咩睇法？咁双底主要你要留意系条颈线咯，条颈线喺边度咯？咁你咪玩到咯。双底、三底、三顶啊、头肩顶，全部都系讲颈线啫嘛。你唔识搵条颈线出嚟嘅你。点玩啫？好，咁啊，我哋跟趋势啦。预计都系调整完回落再上升或者震荡啊。呢个就系我今日嘅睇法。今日新鲜热辣，10月1日系我哋共同富裕啊。共同富裕就系今日嗰个主题啊。我哋。做一个揸货先，我试一试。喂，不如找个位置去揸下呢度，呢啲位啊，咁啊呢度位置到啦。即系我谂住搵呢啲位试下啦，落到嚟就
点解啊？之前我订啫嘛，乜咁难明？明啦，相信有睇开图都大概知点解我呢个位会一开始会讲呢个位做啦。然后我就话啦，喂，欧美盘啊，下昼啊五点嘅时间啦，咁呢啲时间之后咧，咁我就话喂，留意翻1745以上啦，即系呢个位以上，我都系睇好啦，都睇好噶啦。咁然后我就话1748啊50呢位揸货啦，即系下边呢位啊，总之你去揸货啦。点解啊？喂，今日个 day low 咯 ，day low 揸货。OK，day low 揸货。系啦，咁变咗佢落紧嚟嘅时间，落到嚟呢位啊，剩啊，你咪去揸货咯。总之你唔会去沽先啦。有啲人问我点解呢个位唔系沽啊？因为佢就咁啱冇留意到呢样嘢咯。咁啊啫嘛，总之你唔会沽货啦。今日你沽都系炒 range 啊嘛，下昼你炒 range 咪炒 range 咯。即系睇佢喂下昼冇咩强势，你咪自己咪搵啲位做下单咁解嘛。但你搵咩位做，你就系睇图咯。系啊，咁我就话下边1742至44挂单咧，咁你可以取消或者留翻 hand chart 就算啦。咁样即系你留翻呢啲注码喺上边咯，你咪揸单咯咁样。咁咪到咗啦 ，fit 咗佢啦，已经。咁之后我就话喂到咗啦，呢个位咧系一个关键嚟嘅。呢个位唔穿咧，佢就系强势啦。琴日嘅强势，今日就强调，即系今日调整啦。琴日嘅强势，今日嘅调整啦。其实，咁我就讲咗呢样嘢啦。咁然后就今晚就依照呢个位以上都系睇好啦，即系呢条位咪死线咯。平时系咁样嘅啫嘛，全部 logic 都系咁嘅啫嘛。有上我堂嘅，你要明白我嘅谂法咯，你要明白我嘅逻辑咯，绝对绝对，摆多啲时间，摆多啲时间，其他无聊娱乐咧，真系唔好嘥咁多时间啦，真系唔好啦。好似大家咁样，喂，星期五喺度睇下图，谂多啲，早啲，突然之间开窍嘅。这个感觉是钱买不到的，这些是钱买不到的。你买的只可以买到我的看法和我的策略和我的技术给你，而我做到的，你看到。下午夜晚破了顶，第二支是不是 confirmation， 第二支是不是突破，其实它都是向上的，只不过我就是说这个位置你不会揸货嘛。但落了来，喂，它不是落回来这里的，你都不应该去沽啊成，所以我都是看好的，其实。只不过我哋咪咁做啫嘛，我哋喺度揸货啫嘛，谂住低位揸货啫嘛，咁就系咁样啦。咁即系全日最低嘅位嗰个范围，你咪去试下去留意一下咯。然后即系个睇法系啱，其实已经值得开心噶啦。有时谂一谂，如果呢个睇法系啱嘅，咁你怕乜听日做唔到嘅？唔使惊做唔到咯。咁啊，上嚟啦，下边1750咁样扯出嚟呢度。系啊，嗰啲有啲人觉得，喂，点解有时我成日摆齐头嘅，我成日都讲啊呢啲都，你摆齐头，你觉得唔系咩？你咪加点差咯，你咪加多5毫子、6毫子落去你个入市位度咯。咁你咪可以即系做好啲咯。你成日覺得喂我擺齊頭唔啱嘅，你咪擺高5毫子咯，你擺啲零頭落去咯，咁嘅啫嘛，真係嘅喎，好多方法你去解決問題嘅，其實好多問題你將你嘅問題寫出嚟啦，你就解決到噶啦。當你將你嘅問題真係去面對咗佢咧，其實根本呢啲就唔係問題。喂，而家全日破咗個 day high 喺度震盪，咁而家好明顯玩呢嚿啦，所以點解畫呢條線啊？我講咗咁耐喺度，點畫呢條線啊？就因为佢一定系咁样喺度震震震震震咯，佢行咗上去啦嘛，即系佢一系就喺度咁样震荡，一系佢落翻嚟喺度震荡，咁啊啫嘛，其实黄金系商品嚟嘅，佢唔会成日都棍棍喺度发嚟发去噶，佢系商品嚟嘅，佢系大家摸到嘅嘢嚟噶，好多年噶啦，所以佢唔会好似啲 crypto 咁样无啦啦日日喺度发癫噶，佢唔会噶。即係油會行得依賴基本面多過黃金嘅，黃金係比較
强调技术面嘅。咁所以点解会玩黄金多呢？就系、是、因为玩图咯，玩图啊！人人都中意睇阴阳烛图啊，点解有啲人睇唔到啊？就咁啦，揸货减仓推止损，讲完咁咪飞咯，飞到上去。喂，你真系赚咗十几蚊，我恭喜你咯！你系有呢、這个，你有呢个观察同埋有呢个信仰去做呢件事嘅。一讲完，喂，冲咗上嚟呢度，啱啱好讲完都 cap 得逃离，都仲系175几嘅减仓推止损。OK， 又赚啦。呢度咁咪再飞嘅，喂呢度咪再几蚊咯，五十几上六十几，你咪再几蚊咯，你中意啦，你都赚到五蚊鸡都好啊，即系我唔系讲你追突破定咩啊，你追突破都好正常啫，其实佢好明显系突破咗啊嘛，你识唔识睇位先？黄金，你上过我堂，你要知道点样睇咯，而家系咁样行噶，如果佢咁样行，佢穿咗 day high， 穿晒全日嘅顶咁去。穿完再 confirmation， 佢唔系上咁去再落嘅，咁咪震荡咯，就系咁嘅啫嘛。只不过你做单一定系喺喂今日啲顶嗰度，我觉得系咁咯，我觉得系咁，冇错啦。头先就画紧啲线啊喺度，即系头先呢条线系我啱啱直播开始嘅时候画嘅。咁而家就系咁啦，即系佢咁咪前者咯。前者咪咁样行咯，头先讲嘅就咁样行咯。咁短线你咪留意边个位，边个位，边个位啊？你未明系好正常噶，系好正常噶，绝对唔好觉得自己玩一个礼拜就咩都明晒咁样。哇！我发发声讲更多咁啊，咁一定唔啱炒嘢，同埋一定赚唔到钱。即使你好中意炒都好，上两个礼拜乜都明晒咧，学唔到噶，你都唔会觉得系啦，系咪？唔会，冇可能啊！即系唔会系咁啦。有啲朋友就系话，最好就一至五星期一至五去炒啦，星期六日就陪屋企人啦，咁样即系我都系咁啦，其实。咁啊，即系我行日都会陪屋企人嘅，然后就翻睇翻自己啲 trade 啦，好似我哋咁样啦，然后就 plan 下谂下下一个礼拜点样做啦，完有乜特别啫？其实炒嘢嘅人就系咁，所以你明咧？我就同一类人啦，你唔明白呢就嗰啲啊，黄金点啊，喂，投资点啊，喂，玩图点点点咁样，成日喺度讲人哋点点点嗰啲人咧，就系唔好嘅。我就应该谂下点点点会好啲咯，自己更加会更加好啊，会更加好啊。即系我分享呢啲就系因为我就会成日留意到呢啲人咯，即系留好多噶。嗰啲講埋啲廢話一定跌噶，做乜嘢啫？講埋啲廢話喺度 ，get alive， 幫自己喂進步啲啦，進步啲啦，咪就係咯。大家同類人咪加油咯。咁我個朋友跟住就話啦：好鬼後悔當初輸我張單，為咗追不斷 all in， 然後就剩低嗰啲閒錢都係啦咁樣。咁佢話：如果當初冇 all in， 其實而家賺翻個本又好大。根本其實玩現貨就行得好快啊，可以。你可以一個月無啦賺咗三成，有啲朋友玩咗一個月賺咗三成，真係喎。跟咗一個月賺咗三成，佢自己努力啊，唔好話咩我贏幾多張嗰啲啦，我擺曬出嚟噶啦。問題係佢努力嘅時間，佢可以一個月賺咗三成啊，冇人接受到，我相信佢自己都接受唔到。但係呢個市場係有數得計，係可以咁樣做嘅。咁大家咪去俾心機咯。俾心機嘅時間，你咪可以做得更加好咯。然後呢啲方法係可以一直做。OK， 黃金嘅睇法，只要你得到，你培養咗，你用一年去培養，以後二十年都咁炒嘅。唔好講二十年啦，你講五年、十年都咁炒都好啊。而你啲觀察力以後都啱用啊。唔好講咩咩。唔使讲咩股票牛三牛四，我哋 day trade 黄金日日嘅走法都系一样，我哋日个脑嘅谂嘢都系一样，系啦，我谂乜都系一样。咁如果你系话要玩咧，你梗系留意一个好嘅平台啦。咁平台首先你要留意翻咧，咁我哋就系一个MT4 嘅平台啦，唔系咩 MT5 啊，唔系啲即系其他啲即系唔知乜嘢平台嘅。MT4 系一个全世界最大玩金玩汇嘅平台嘅。
咁就可以留意翻就，咁我喺新频道下边有条 link 啦，咁大家可以见到。喂，如果用个户口嚟玩，究竟留意啲乜嘢啊？咁样，而家讲一讲啦，开户唔使钱啦，开户口自己操作啦，唔会咩授权啊，帮你炒啊啲乜嘢，唔好谂嗰啲咩嘢啦，再，然后就低点差啦，然后努力玩啦，努力睇图啦，努力锻炼你嘅观察力啦，咁样对你炒股票都有帮助啊，唔好成日人云亦云咯，咁咪，所以大家成日去学就咁解，点样学就因为嗰啲嘢先系你噶。即系嚟噶，有啲人就系、是，我平啲啦咁样，然后就喂斋跟我嘅方法，喂我赢咗啊，佢都唔知点解。咁其实你系咪真系想学咧？咁样，所以我有时都好奇。其实如果你系选择斋跟嗰一种朋友仔，呢、这个礼拜系赢噶，赢钱噶，咁你学啲咩啊？你系咪真系明啊？你系咪真系讲到俾你身边人听你点样玩啊？系咪真系讲到俾人哋听？喂，你跟 Henry 学嘅，你学到啲乜嘢啊？你睇佢嘅 live， 你學到啲乜嘢啊？係咪真係得先？你係咪真係明先？我有時好擔心啊，真係。喂，之後又唔知點樣炸兩張單，又轟落去，咁又玩得唔開心啦，係咪？所以學好緊要咯。係啊，炒 MT4 嗰啲，香港係唔使交税。你投資香港，你炒 MT4 嗰啲，使乜交税啫？炒股票都唔會話咩，即係咯。咁特別係黃金啦嚇，其他我唔敢全部話一定啦。但係玩 MT4 咁樣係啦，即係我唔知道你哋係工作背景係點啦。但係我相信大部分嘅工作去玩呢樣嘢，或者係大部分人玩呢樣嘢咧，都唔會話擔心要交税啊定咩嘅。咁啊，繼續講啦。唔会话咩授权啊嗰啲啦吓，总之一个正常嘅平台系唔应该叫你授权嘅，而且一个正常嘅平台咧系应该行一个低点差嘅黄金，例如有几低咧，黄金就零点三，固定点差，即系点啊？开大数据、开飞龙、开意识、开失业率呢啲好大数据啊 ，ADP 啊啲全部都唔会抹你个点差嘅，系啊，即使系一啲喂，即系好大好大的行情嘅。會抹咗啊，因為全世界都抹啊嘛，而抹得好勁嗰只啊嘛，好似早兩個月嗰一棍嘅嘛，1789呢一棍嘅嘛，幾時啊？好似呢一棍嘅嘛，係咪呢一棍啊？呢一棍啦嚇，朝頭早呢一下啦，嗱呢一棍呢一啲咪可能抹大點差啦會，但係呢喂歷史時刻咁樣，即係平台都會同大家講係會抹咗咯，然後下晝馬上。恢復正常，咁我認為呢個係好嘅平台去做呢樣嘢，而呢啲嘢係你可以客觀去比較嘅，而你要比較咧就係呢啲，呢啲係最實在嘅，咩低點差啊，固定點差啊，每手保證金低啊，咩叫保證金啊？你咪睇下我條片咯，拍咗啦已經，咩叫保證金啊？咩意思啊？保證金咪即係 deposit 咯，冇咩意思噶，保證金係中性噶。咁每一張單你入嗰陣時候，你要擺低 deposit 係越少嘅，你咪越抵做咯。嗰條片咪講咗咯。你借一個尿袋，你租個尿袋，你越平你咪越好咯。你唔會好貴租個尿袋啊，你唔會好貴去租一樣嘢啊，而人哋會平啲，你梗係揀平嗰個啦。咁我咪同大家講，喂點為之平啊？每手1000蚊保證金，黃金係平，呢啲係冇得講嘅，呢啲係客觀比較，然後。就冇手續費啦，即係你唔會話我贏$100，然後平倉我變咗98，因為有$2保證金，咪有$2手續費俾咗平台啊嘛，冇呢啲嘢，因為平台唔使賺呢啲錢，平台後邊做礦嘅，即係轉地嗰啲啊，嗰啲打歪1cm、10cm都多幾百萬，唔使賺呢啲錢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呢啲係。我成日講嘅一啲 best offer 就咁解 ，best offer 即係話你炒嘅時間，你個門檻好低，你個成本係最低而呢啲嘢係固定咗嘅，係文字寫得好清楚嘅。你都客觀比較，你唔知道或者你從來都唔知道，可能你玩黃金好耐你都唔知道，但係我希望話到俾你知，呢啲係你要明嘅，或者你要分享俾你身邊一啲唔識玩黃金嘅人，而佢無啦啦玩咗輸咗，話俾你知，喂，我玩咗輸咗。你咪講俾佢聽咯，喂，擺止蝕啊，擺止賺啊，手數倉位啊，趨勢線啊，
大方向啊，或者方向性啊，冇咁多分鐘圖啊，你咪分享我啲嘢俾人聽咯，咁你咪喂共同進步咯。我認為係咁咯，其實呢個世界應該係咁咯，係啊，唔係下下爾虞我詐咁樣，下下喂喺度欺嚟欺去咁樣，嬲嚟嬲去咁樣，無謂啦，無謂啦，就係咁啦。咁仲有嘅。本地銀行出入金啊，唔係叫你電匯去唔知邊個地方，然後你唔知嘅，由本地銀行咯。然後就係、是最低手數0.01啦，即係你可以玩好細嘅，其實即係你細到係呢個市場最細嘅注碼平台有得玩。然後出入金唔問原因，出入金極速出入金，然後就固定匯率7.8，出入金冇手續費呢啲，全部你都可以同啲 friend 講。如果你玩黃金嘅話，你唔同人講咯。冇所謂嘅呢啲，即係只要你係識嘢啊，識嘢你就唔怕同人講噶啦，因為你識啊嘛，呢啲係你知識嘅增長嚟噶嘛。喂，原來平台可以係 fix 匯率嘅喎，你玩咗股票咁多年，可能你全部覺得喂股票户口全部都係會蝕 rate 嘅出入會，點知原來啲平台就係唔會咯，點知就係唔會。然後出入金啊，出入錢啊，都係冇任何收費，冇任何奇怪收費啊。平台太 rich 了，所以变咗唔会赚呢啲钱，咩出金要扣 2% 呢，喂马来西亚好多嘅，即我嘅理解啊，人哋同我讲啊，即咩东南亚好多平台啊，甚至香港有啲平台都系噶，出入金都要收钱嘅，即出金都要收嘅，我都唔明白。然后出入金周末都去处理，出入金去周末去处理，即譬如听晚。后晚星期六日夜晚你都可以出金，呢啲系好条件，我就唔怕分享，就直接讲。呢就客观比较咯，全部嘢都系，你比较下人哋嗰啲系点咯。你要留意翻，固定点抄，唔系喂浮点3毫子，然后开数据开7毫子咁。大家去比较咯，大家去知咯，去学多啲嘢咯。我认为，即系冇噶啦，后生一定系学嘢嘅。唔好去到30几岁，40几岁先咩都开始学咯，我觉得唔好。即系你觉得有用嘅范畴，你就去学咯。咁咪喺度震咯。咁你揸咗货咪收钱咯，你再自己玩，再追揸咪收钱咯，就系咁嘅啫嘛。有乜特别啫？冇乜特别。系啦，即系佢都唔系落翻嚟，你咪。玩向上或者你系咪唔好玩咯？头先如果过咗嘅，我哋呢张单你 take a profit 嘅，你咪唔好玩咯。冇噶啦，嚟去都系咁嘅啫嘛。我入唔入咩位入咩位手完，今日行咩方向完，然后就喂真系不慎你瞓身嘅，你头先或者你琴晚喺度沽咗货重仓，爆唔爆咗你仓嘅，即系你玩太重手咯，即系你输咗咯。咁当你即系你去玩嘅时间咧，你当你要去为自己嗰个操作负责啦，系啦，唔系赢就系我，输就系你，赢输都系自己嘅。你而家仲赢紧钱都系你嘅，恭喜你。但系如果你真系不慎爆仓都好啦，平台都会谂一谂你嘅感受嘅，佢唔会叫你补翻个负数，佢只会帮你变零嘅啫。咁你要玩就继续玩，就系咁嘅啫。大家都系喂合作共赢咁解啫嘛，呢个世界。如果是这样的，这些就是客观条件咯，写出来的，不嬲都是这样，直播这几条不停都是这样说的。然后就有我分享给你听咯，有我去答下你的问题啦，就是这样，你朋友玩啊，你朋友催印金啊，可以帮你整个仓搬过来的，即是帮你开回那些单咯，帮你继续做咯，咁然后你咪有转仓优惠啦，你 refer 朋友玩，你又有些优惠的，咁你自己问助手啦，助手就是啦神圣的 Winnie 姐啦。Winnie 姐是帮你报名上堂啊，其他嘢嘅啫。Winnie 姐系唔会去氹你去学投资嘅，大佬。即系一个人要人哋去 motivate 你去学嘢咧，就会学得最慢嗰个咯。即系成条龙、成条队最尾嗰个咯。即系成个运动场跑最后嗰个就系要人哋 motivate 嗰个咯。motivate 自己最劲嗰个就系冠军。呢个就系我嘅谂法。我哋嘅单咧，咁呢个礼拜点样做？咁啊，你自己去計一計啦嚇。6+15，再加14，再加7，咁啊，我唔知幾多錢喺度已經。即係
幾十蚊走唔甩啦，呢個禮拜真係。咁如果你覺得呢個直播幫到你嘅，或者你覺得今個禮拜贏錢都幾 happy 嘅，咁你咪俾個 like 啊，俾個表情啊，俾啲反應咯嚇，大家唔好咁內斂啦。雖然香港人就係咁噶啦，但係唔希望啦嚇。即係留言，大家下邊有打字咧，真係代表大家都相信呢、這個，即係唔好咁內斂係好事咯。分享多啲俾人咯，下邊好多人喺度分享嘅，其實。他说阿哥炒股票要出入金就很正常啦，还有佣金手续费买出买入又收。黄金是不一定收，有些人会是五毫子点差，有些平台五毫子点差，有些平台四毫子点差，五毫子点差还有手续费，你要知道，你要知道。即所以责任在自己度嘅，咁我觉得如果你要去了解，这些就是 best offer 啦。为什么我够胆讲啊？为什么我不嬲都是讲同一种 offer？那個offer只會越來越好，以前那四毫子其實現在再玩低一點，因為平台太 rich 了，所以他們根本就不用賺那麼盡，三毫子夠了 OK， 不用開五毫子，開五毫子用什麼而已，其實我不講你不講，我不講你都不會懂的啦，說真的，五毫子我不告訴你聽，都不知道五毫子是高還是低的，但是如果黃金的三毫子是非常好的了，還有沒有手續費嘛，那你就 要知道咯，我不希望你做一個 不懂的人嘛，如果唔係我講咁耐做乜啫？如果你要炒嘢嘅，我唔想大家成日為玩親嘢都成日俾個圖玩嘅。點知原來突破意思係咁簡單，方向性意思係咁簡單嘅。原來啱啱講咗兩個鐘頭啦，即係我覺得好嘢唔怕講嘅，真係真係。所以我同樣地之前都叫大家就係，如果你係身邊有人係有興趣跟你學嘅，你啊跟你學啊，唔係跟我學啊。你可以叫他上我的堂啦，第一，第二，你可以同他分享啦，同他分享的時候，你可以學到很多嘢嘅，自己都唔信你試下，唔信你試下。所以我哋就係、就係咁咯，有錢齊齊去試下點樣揾咯。好似下邊阿 Terence 咁講啦，相信可能性啦，同埋0.01手。喂，大概幾多 USD 啊？好少嘅啫，真係。你開個户口啊！而家喺條 link 留言位置個新頻，我個條 link 入邊，你見到我 send 一條 Telegram link 出嚟嘅。你開完户口，你有$50嘅 ，OK？ 50美金。點解我叫你喂？即係用個好啲嘅平台去炒啦，本地出入金又快。你唔通下下電匯 PayPal 咁，你蝕收費都你夠我請食飯啊，大佬！你夠請我食餐飯啊，蝕嗰啲 PayPal 個點差又唔係低，即係唔好話我話啊！嗱，當我哋每日賺$7金啦 ，OK， 七蚊賺$7，然後乘$100嘛，黃金緊局，然後乘0.01手啊嘛，咁等於幾多啊？個答案咪就係$7咯，即係$7就你個户口嘅波幅啊！如果你玩$50嘅話，咁。請問是不是真的那麼可怕？麻煩，是不是玩金真的那麼難計的條數？照計而已嘛，照計而已嘛，真的喔，你想一想咯，你試下拿張紙出來計10分鐘，你知道黃金怎麼玩了已經，條數怎麼玩了？你計而已嘛，真的，照計而已嘛，照計而已嘛。加減乘除喎，照計，照乘 ，OK， 再褪，即係封劍遊人啊！投資你一定要知道你玩做緊啲乜啊！你如果你完全唔知咧，你真係睇多啲我啲片啦、啊。如果你覺得我露點嚟嘅，你都睇下咯，睇我點樣露點你咯，睇下咯，睇我點樣騙人啊嘛！真係。嗱，我就咁样骗你噶啦，同你讲仓位好紧要嘅。如果你赚$7金咧，你0.01手咧，你嗰个保证金啊，嗱，即系我好长气嘅，一手，我真系可以喺度讲，一手$1,000保证金。咩叫做低保证金啊？你个成本低咯，0.1手就$100咯。即系玩过嘅人都知咩嚟嘅咧，其实，即系你啲 friend 唔明啊。唔好同佢講嘢啦，地平説啊，知咩叫地平説啊？有啲人話個地球係平噶，
咁咪唔好理佢咯。有啲嘢即係金匯市係全世界最大嘅 market 啊，可唔可以試下上網留意下咩叫黃金外匯市場嗰、那個嗰、那個 volume 幾大啊？每一日咁好啦。咁首先你開咗户口之後咧，咁你就會有$50啦。OK， 送嘅送啊，我俾你嘅係啦 ，Hammy 仔俾嘅呢$50係。咁呢個50嘅 USD 做啲乜咧？你可以開0.1手，0.01手啊，傻，0.1手。咁你咪開到咯，因為你有五十啊嘛，你用10嚟開。然後你贏$7咧，咁你就會變咗$57噶啦。你有$50本金，只需要保證金$10，你就可以開0.01手去玩啦。因為你0.01手開唔到，因為你冇錢，亦都唔會開盡，所以你只會玩0.01嘅啫。咁然後你就可能0.02啊咁樣咯嚇，你自己計啦。咁然後就你入完之後咧，咁啊 hold 嚟嘅 ，hold 完你之後咧，咁。有冇人想聽計數嘅？其實，誒，仲有啲人喺度喎。咁啊，繼續講啦。咁你個畫面就會變咗點咧？五十 ，hold 咗保證金啊，變咗40 ，hold 嘅啫。OK， 五十。咁啊，即係其實教人係幾有滿足感嘅，真係。即係性格問題啦。hold 40啦，咁40咁喺度浮啦。呢個即係你可以用嘅，即係話你可以再。你可以再落多一張兩張都得嘅，其實，因為你有0.01啫嘛，你 hold 0.01啫嘛。咁即係話咁嘅情況底下咧，你已經開咗張單啦。如果你喂入咗單，有0.01撳落去，撳佢就 hold 咗你$10啦。咁你得翻40可用嘅錢，喺度喐下咁咯。你再落去再 hold 30，再去再 hold 多十，變成30，你浮動嘅。咁即係話，如果你而家有$50啦，你 hold $10啦，咁你又入咗一張單咯喎，呢張呢一嚿。咁如果你喂做完呢張單平倉獲利嘅，咁你就會變咗$57，因為個保證金俾翻嚟嘅，咁$57咯，就係咁啫嘛，$57。所以咧，想解答呢位朋友嘅問題就係、是。你話0.01手真係幾多？咪就係咁多咯。係啊，呢個係就係解答一啲喂，真係想體驗一下。你唔好理你呢$50係咪輸咗先啦，亦都唔好覺得喂輸咗錢就係個市場玩唔到先啦。你體驗一下喂$50其實可以慢慢打上去500噶。有啲人係咁嘅，$50打上去幾百咁樣一樣啫嘛。咁如果你係啲其實我條片講過嘅呢條，刀仔鋸大樹嗰條講過嘅，計過呢樣嘢嘅，咁又再睇下咯。黃金係以小博大同埋公平，呢個好正常啊。呢位師兄講得好公平啊。2000USD 你做0.1手或者0.2啦 ，OK。咁你賺呢個錢嘅，你賺完嘅，你做0.1手，咁你做咗0.1嘅。咁你咪变咗2070咯，完噶啦。你用翻呢个例子啊，用翻呢个例子啊，呢个例子啊。如果你用翻呢个例子去做单啊，会呢度系啦，呢个例子去做啊，即系咁样去谂咯。其实好易理解啫。好易理解啫，呢個係保證金要求，呢個保證金要求，即係玩過嘅，喂，係咪當重新即係審視下自己啲倉位，平時有冇發曬癲咁咯？如果你唔係發曬癲嘅，或者你都知道自己發癲嘅，唔緊要，你知咪得咯？你唔知嘅，哇，即係玩幾鋪你就知噶啦，玩幾鋪你就知噶啦。咁下一行咪就咁咯，即係正常手數咪就咁咯。所以你見到我哋玩嘅永遠都唔會玩得大，因為我建議就係玩0.1啊、0.2。如果你2000嘅話，咁
喂，上落係幾廿蚊幾廿蚊咁嚟嚟去都係嗰幾 percent 啫嘛，咁咪慢慢揼啫嘛。咁你慢慢揼嘅時間，你咪可以做得好啲咯嚇。你話要去即係一夜暴富嘅，呢、這個市場係得㗎，你 all in 咪得咯，你 all in 係得㗎，絕對照計啫嘛，其實冇問題㗎。我就做開十手到嘅，其實廿手咁樣嘅，即係如果呢啲。你可能100万嗰啲倉到，咁我哋咁樣去做嘅話呢，或者用我一手啦，呢個例子啦。咁我平時大概就預計10000啊，或者一萬，你當10000到啦吓，你自己去計啦。10000就咁啊做一手，再計啫嘛。你自己計下，你知你個上落幾大噶啦。唉，真係，係啊。嗱，唔好忘記啊，繼續老點緊你嘅都，我就老點緊你噶，記住啊。老点你同你讲点样计啊？老点紧你噶，唔好唔记得啊。嗱咁咯，嗱你再下一行嘅时间，如果你系10000蚊 USD，你玩一手嘅，唔系港纸10000蚊啊，系啦，左右，你唔好死记咯，你自己去，喂一个范围得噶啦，其实你0.8至1都得嘅，你一手或者0.8。或者你將兩張0.4咪一樣，其實咪2張0.4咁咪0.92咁咪冇分別㗎，你自己中意入㗎啫嘛，冇咁死板嘅呢個世界，呢、這個現貨世界係好公平㗎，所以我先玩啫嘛，現貨係最公平㗎，因為個倉位你又即係 CFD 你又可以控制手數嘅，你可以自己控制個嗰個波幅嘅，個波幅係由你個注碼控制㗎嘛，係啊。多謝阿 Sir 老點，冇錯啦，記住我，我就係老點師，我就專老點人嘅，記得，OK。我呢排諗緊我個 patient 改咗咩中文名，大家有冇啲咩意見啊？邊個叫嗰個老點師好啊？就個名，有咩名可以改啊？中文名你覺得叫 Hanson 好似太囂張喎，好似唔好啊，又俾人話我老點師啊，做係咪先？中文名有咩名可以改啊？我唔想改啲太老土嗰啲咩咩咩咩咩點金嗰啲嘅，好似好老土喎。嗱，即係你做一手10000蚊，大概啦，你咪賺7蚊金，你咪賺700咯咁樣。咁你出皮幾嘢賺4000-5000蚊，你又 happy 啊？你唔 happy，你咪 double 咯。我覺得都還可以嘅，2手都還可以嘅。你肯收錢嘅話，你唔肯收錢你就唔好玩啦。肯收錢，你唔肯收錢你就諗下點解唔肯收錢啦。但如果你係正正常常跟住我哋嘅做法做咧，你10000蚊到你一日賺幾百，你即係10000蚊嘅目標就係一日賺幾百咯，幾 percent 幾 percent，點石成金都幾好呢個名，但係好傳統喎，有冇啲反傳統啲噶？有冇啲廣告界人士啊？雖然我都係一個以前嘅廣告界人士，學生啫，唔係人士。我做個 part time 嘅廣告，然後一樣咋嗱，再計一鬼樣，所以呢啲計數嘢你自己咪計下。喂，原來我咁樣瞓落去，真係好恐怖嘅可以。如果我瞓落去，我就 GG 嘅咯，話乜都係啦。金仔，哇！金仔唔可以亂用呢個名，金仔呢個名唔可以亂用。佢改咩名？大家俾啲意見，系啊，加個零咯。嗱，你10万美金，你做十手，或者做八手。你見我啲單平時我咪做八手十手咯，可能咪或者係20咁樣咯，20幾、30幾咁樣咯，即係類似係咁咯。因為你個本金如果差唔多嘅時間，你其實你可以去，即係你寬容啲啊嘛。你用倉位係計下寬唔寬容嘅啫嘛。你寬容嘅，咁你咪得咯。所以重複一次，開户口啦，50蚊美金咪送嘅，然後就每手保證金啦，保證金啦，咁啊1000美金啦，呢、這個就喺香港全香港都冇乜邊個係有呢個數目咁低噶啦。然後就0.1手啦，100USD 啦，然後就係0.01手啦，10USD 啦，保證金要求，即係話你用幾多本，我哋玩幾大，去 hold 幾多。OK，你玩零一嘅系咪 hold 10咯？你玩0.1嘅系咪 hold 100咯？所以变咗，其实你系有几百蚊美金，你可以玩0.1噶啦。
如果你真的叫做开不开到单，你是开到的，但只不过是啦，如果我是不老点你的话呢，我是告诉你，大概我们平时会用2000零蚊美金到我们才会玩 0.1 的，那我们的波幅就会是几十蚊，然后我对我们的本金来讲就是一个很不痛的一件事咯，那就慢慢打咯，那不炒东西就是这样的，一夜蹦上去赚三成那些不是叫做 trader 是不会停的，因为 trader 是喜欢炒东西的。1500美金玩到11000，为你这样讲呢，啲人觉得我老点师嘅，真係下次你真係同我开个 live 不如。1500美金係可以打出去㗎，如果你係自己努力呀。我唔理你係咪跟住我做，总之如果你用呢个浪呢，呢个利润係无限大嘅。呢个利润係无限大嘅。真係咁囉，件事就係咁啦。你哋计㗎咋嘛，你咪计下我呢个礼拜赚咗几多钱囉。大家計下咯，一齊呢個係保守數目啊，唔係賺盡咯。都21，21+7=28，28+7=35，35+7=42，42就50，50之後減翻16，即係34，34+13即係47，47即係47蚊，47蚊金啊。咁如果你係427幾多啊？喂，47蚊金食一手真系几多啊？咪4700咯，4700咯，系啊。嗱，呢个真系一个好切实嘅一个例子，就系我做紧，而我做到，而我一直做，就系咁解。点解我哋一直喺度炒呢个黄金啊？唔系咩时势先炒黄金，其他就唔理啊。一路咁样做啊嘛。咁变咗，如果你系10000本金咧，用翻我哋呢个浪咧，系啦。就等于14700啦。如果你真系咁样做啊，我唔理你系咪赚多咗啦，就系少咗啦。总之你就系17000-14000度啦。如果呢个礼拜你咁样做嘅话，死跟派 ，OK， 死跟派，你打个折都好啊，都13000啦，都30%啦，接受唔到啊，接受唔到，我冇办法，接受唔到我都唔识讲咩，即系我乱玩啦咁，系啦，当我老点师啦，我老点师啦。但我好开心咯，分享到俾一啲识货嘅人，可以咁讲，即系30%到呢个礼拜可以赚。以我哋呢个浪啊，唔过分嘅浪啊，你咁样去打，我赚47蚊。我唔计我喂，我叫大家赚到尽嗰一点。你10000蚊本，你应该可以赚到呢个钱嘅，或者系13000啦，或者系呢个咯。OK。就是这样了，即那个计法就是这样了，你觉得 over 太多你就减半咯，想多就想到的了，你想多就想到自己怎样做好一点了。其实我以前哪有 Henry Sir 给我看的，我以前学的时间，我以前只有前辈和我的 friend 而已，我的 friend 好人才跟我说的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咁啊啫嘛，即系保证金要求咪就咁咯，一样。你10000美金，你做10手去 hold 10000啫嘛，咁咪照计啫嘛，保证金要求一模一样。你做你50蚊仓嘅，50蚊美金仓揼石仔嘅，你0.01手嘅，你咪 hold 10蚊咯，你仲有钱喺度浮噶，咪打啫嘛，你够唔够胆打？搞唔够胆打？就咁计数。全部都是咁啊！呢、這个礼拜赚咗30-40%啊！费事大家觉得我咁嚣张啊！赢钱啊！啲人唔中意，大家中意我系输到爆厂嘅，可惜做唔到。系啊，硬劲嘅人都有师傅嘅，你咪做你女朋友个师傅咯，你咪做你男朋友个师傅，你咪教佢炒咯。你够唔够胆啊？你咪试下做我咯，冇所谓噶，其实真系冇所谓噶，真系。喂，大家有冇咩意見啫？個中文名有冇個 page 咩中文名可以諗下咧？其實大家俾意見啦。有獎遊戲呢個係，喂，真係一經錄用嘅，我送部 iPad 俾你啦。諗下一個好啲嘅名俾我，冇乜所謂。有冇啲咩創意啲嘅名？你 Telegram 同我講。
嗱，炒緊嘢嘅人優先啊！金拱門都幾得意。嗱，即係係我嘅尊貴客户啦，或者係你炒緊嘢開咗户口咧，你俾個名我，你俾個名我，一經錄用，我送部 iPad Pro 俾你，包你炒到發發聲。實例説明呢、這個月呢、這個禮拜啊，我一個保守建議跟足，輸就輸盡，贏就我唔會計盡，贏47%，得唔得 ？O 唔 OK？ 可以就啊，俾個表情。咁啊，今日直播咧就差唔多啦。咁今日都廢噏咗兩個月啦，係啊。亨利金業呢個名字我都幾中意，其實亨利金業唔係我自己個名嚟噶，係人哋講嘅啫。係啊，好啦，咁啊呢個唔係呢個名唔計嘅，俾個好啲嘅名字先啦。大家唔中意 iPad 睇嚟，好啦，大家就加油啦嚇！祝你有個愉快嘅週末啦，黃金熱啊就應該。规规地噶啦，应该唔会再破定一点啦，最多喺度震荡噶咋。头先画嗰啲啊，咁喺度喐噶咋最多。咁啊最多，应该就系咁啦。咁大家就俾心机啦，祝你有个愉快嘅周末啦，过一个充满铜臭味嘅周末，就系咁啦。希望你呢个礼拜唔应该输钱，呢、這个就系我嘅目标啦。唔应该输钱呢个礼拜。冇可能，就系咁。如果输咗钱嘅，你谂一谂点解？涉高枕头，唔应该，冇可能，就系咁。呢个礼拜赚咗47%，就系咁。讲你都唔信，就系咁。拜拜。